他是爽文里的大反派，三位师妹和美女师尊都是他的后宫佳丽，每天都会去偷看师妹洗澡。晶晶夜夜履行反派职责，但很遗憾的是，男主不是他，而是一个名叫叶晨的天选之子。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的是他有一个系统，只要还原反派凌霄的人设，走完剧情任务就可飞升成仙。于是他没事便会调戏一下师妹，什么检查师妹身体，和师妹交流技术如何，后美女师尊丝袜。但本应恨他入股的师妹一夜之间，今日却全部出动，暴打天选之子。 守护我们最好的大师兄，为什么我的师妹全都一夜变成了病娇？不仅不对反派大师兄憎恨，反而主动前来贴贴，就连美女师尊都想要攻略我。直到二师妹喝醉说漏了嘴，我善良的大师兄，这些年你演得很辛苦吧？没想到这些年小丑竟一直是自己，而我们的凌霄不知又在做什么坏事。今日便是天选之子拜师青蓝仙宗的高光时刻。石老，这机缘真的就在那青蓝仙宗吗？这是叶晨戒指中的石老发话，你最重要的机缘就在那山上，不日就是青蓝仙宗的收徒大典，届时你就会知晓。 就在此时，叶晨的灵宠突然看到上空有灵兽暴走，而我们的小师妹陆英英正在后面急忙追赶灵宠。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喝了水就暴走了？下一秒，她便被凌霄给扑倒。只见凌霄一脸猥琐的看着陆英英，小师妹，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凌霄搞的鬼。现在这身山也灵就只有我和师妹你。让师兄好好疼爱疼爱你吧。就在此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放开那个女孩。原来是主角叶晨登场。只见他剑指凌霄，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暗下毒手凌辱同门师妹，简直下流无耻到了极点。凌霄见自己的好事被打搅。 一脸生气，以特喵的算哪根葱，老子可是青蓝仙宗大弟子，你是和人速速报上名来，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叫叶晨，凌霄闻言一惊，这不就是人家一直苦等2年半的主角吗？随后他便出言挑衅起了叶晨，一个满门抄斩，被女皇通缉的丧家之犬，要来青蓝仙宗寻求庇护了吗？赶紧给爷爷跪下舔脚，说不定还能放你一马。勉强收你做个外门扫地弟子，如此挑衅的话也成功激怒叶晨。没错，这就是凌霄想要的。接下来只要按照剧情的发展，当主角叶晨刺伤了我。 四师妹将会看穿大师兄的真面目，并且爱上叶晨。只要在叶晨拜入山门后处处找他麻烦，一次又一次被他打脸，最后绝望自杀，就可以飞升成仙了。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可下一秒，天选之子竟被师妹一脚踹飞，凌霄一脸懵逼，这什么情况啊？只见陆英英一脸娇羞，搂着凌霄的胳膊，大师兄你没事吧？都怪那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丑八怪，坏了我们的好事。刚才我们进行到哪里了？人家还想继续，凌霄麻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师妹的人设怎么崩了？随后陆英英便要提剑打了男主，男主的后宫竟要杀男主了，剧情真乱套呀！好在叶晨的灵兽救了他一命。这时石老感觉到了大事不妙，因为本是叶晨的机缘似乎发生了改变，而我们的四师妹又将魔爪伸向了他的大师兄，吓得凌霄撒腿就跑，留下喃喃自语的陆英英，小喵失控被大师兄扑倒，还有那个叶晨，看来那个记忆都是真的。 眼前的这个男人可以说是把反派人设做到了极致，不仅坐拥三位师妹每天进行交流技术如何，更是连他师尊的丝袜都不放过。只因他觉醒了咸鱼反派系统，只需每日兢兢业业扮演反派人设，走到结局便能飞升成仙。可令凌霄没想到的是，他最近老会梦到死在师妹的手中。明明自己的死法早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只需静等男主叶晨拜师青蓝仙宗，然后自己专注干坏事，挑衅陷害男主，被一次又一次打脸后，最后身败名裂，自杀身亡，就可以飞升成仙，返回自己的世界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师妹竟不按套路出牌，一脚踢飞天选之子将剧情全毁了。就在此时，凌霄的小狗腿子怀真端着洗脸盆来了。经过怀真的梳洗打扮，大师兄今天也是一样的英俊呢。只可惜了这张脸，怎么就是个炮灰反派的命呢？一想到师尊住的山峰真够远，就头疼了起来。但这怎么难得住凌霄呢？只见凌霄纵身一跃，便跳进自己的缆车中。虽说垃圾系统罢了工，但剧情该走还是要走的。四师妹不知道为什么崩了人设，其他女主可千万别崩啊！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从凌霄耳边传来。 身为宗门大师兄，居然连御剑飞行都不会，真是丢尽我们师门的脸。不思进取，就算了，还花费宗门经费大肆建造缆车。听到师妹们的吐槽，凌霄不怒反喜，还是那原来的味道，还是那熟悉的配方。连四师妹的人设也恢复了，我的师妹人设看来没有崩。随后，凌霄摆出一脸欠削的表情，宗门的财政都是归我管，人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们要是愿意晚上来师兄房间内秉烛夜谈，说不定师兄还能多给你们拨点修炼资源。二师妹闻言直接反手给了我一记快剑，就连四师妹都嘲笑我给我做了个鬼脸，这才是反派日常的正确打开方式。 很快，几人便来到师尊的闭关洞府。师尊闭关的这三年来，宗门内务一切顺利，弟子们均已突破至先天，只有大师兄依旧停留在筑基期。正如师妹所说，宗门在弟子的领导下井井有条。至于弟子的修炼进展呢？弟子努力做到没有退步，确实还是筑基初期。随后，二师妹更是将主角叶晨要来拜师的消息告诉师尊。若是叶晨能够通过考验，拜入神鸾峰，也算补全神鸾峰无堪担大任的男子遗憾。系统也告诉凌霄，目前剧情进展顺利，让他再接再厉。凌霄一脸开森，只要男主叶晨上山带他完成任务。 飞升成仙就可以回家了，可他不知道的是，四师妹两天前居然觉醒天道记忆，在梦境中，大师兄不仅被叶晨暴揍，自己更是爱上了叶晨。
叶晨的到来让陆英英更加确信这段记忆。 不仅仅是未来的启示，更是过去的警告。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爱上这样的一个人渣呢？一直视为卑鄙小人的大师兄到底做了什么？陆英英下定决心一定要调查清楚。环大师兄一个清白，他是宗门里公认的废柴师兄，每日只知道调戏师妹，摸鱼摆烂。但依旧深受无数同门师妹的喜爱，只因他的反派人设早已被师妹们看穿。此时的村民正在教训偷瓜妖兽，而这只妖兽正是主角叶晨的灵宠。这次多亏凌霄所赐的法宝，瓜农们才能将他抓住。我们的大师兄此刻正在瓜田悠闲地喝着下午茶。 随后问道：“旁边的老农这瓜宝熟吗？这肯定保熟啊！”而这片瓜田也被凌霄承包了下来。此刻的他一边吃着西瓜，一边朝着灵宠吐着西瓜子：“你主人坏我好事，我还没找他算账呢。正巧你这个小不点落在我手上，小爷就好好陪你玩玩。你不是爱吃瓜吗？今天就让你吃个够。”可就在此时，叶晨突然出现，叶晨看见自己的小雕被如此欺凌，一脸气愤。老农见来人正是妖兽的主人，连忙让他陪瓜田的钱。可没想到主角叶晨居然是个嚣张跋扈之徒。 侮辱他们这群凡人不配碰自己的灵宠，凌霄见状竟还敢有人在他面前装十三，一个家破人亡的亡国世子有什么资格在小爷面前大小声？你若还想拜入青蓝仙宗得到宗门庇护，就乖乖赔钱下跪道歉。叶晨怒了，身为天选之子的他竟被凌霄三番五次贬低嘲讽，直接拔剑对着凌霄劈去，一阵轰隆声过后，荡烟雾散去，只见凌霄撒腿就跑，并放下狠话，叫他走着瞧。还没反应过来的叶晨一脸懵逼，这就完事了？反观被揍的凌霄一脸开森，他没想到进行的竟如此顺利，距离炮灰领便当又近了一步。 只是说好的走完结局直接获得最终奖励，怎么在过程中就发放了奖励？叶晨这边，师老责怪他做事太过冲动，如今得罪凌霄，明日拜山考验怕是会被处处针对。但叶晨此人自认不凡，即便沦落民间，也绝不受这些人的羞辱。这时，刚才那名老农看叶晨实力不凡，连忙上前求原谅。可却被一掌击飞。我叶晨这一生放荡不羁，百无禁忌，但是最痛恨别人伤害我的朋友亲人，吓得村民们连忙跪地求饶，随后又假惺惺的解释自己一生行事恩怨分明，从不滥杀无辜。 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被躲在不远处的四师妹看得清清楚楚。好一个双标的狗男人，只需你的灵宠祸害别人的粮食，却不许人家奋起反抗。想到这里，还是他的大师兄好。刚想去看看那老农的状况，却发现自己的大师兄早已到来，更是送上疗伤丹药当做赔礼。这一刻，陆英英是越来越看不懂他的大师兄了。他发誓，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叶晨拜入青蓝仙宗。大师兄本打算背地里筑起一臂之力，让其荣获第一。不料男主叶晨实在头铁，一步之遥的第一名就这么被自己玩脱了。今日就是青蓝仙宗考验拜师之人的试炼之日，二师妹上来就是一顿激情演讲，并奉劝他们若是连这么简单的考验都做不到，不如趁早打道回府。这时，人群中的叶晨一脸装十三的表示赞同，若是连第一道考验都心生恐惧，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众人虽
郭有荣的绝世容颜，叶晨不由心动。石老说的果然没错，青蓝仙宗果然是自己的机缘之地。随后便开始寒暄起来。听闻郭师姐在剑术方面造诣很深，在下有些修炼上的小问题，可否指点一二？凌霄见状一脸不爽，你可以送我归西，但绝不能染指我的师妹。叶晨解释自己只是对郭师姐一见如故，想和她交流剑技罢了。凌霄可不惯着他，一个没入门的散修，居然还有脸向我家师妹交流剑技。而叶晨则嘲讽凌霄修为低微，一看就是用了卑鄙手段拜入宗门。怀真则表示大师兄只是隐藏了实力，大师兄可是登仙梯的最高纪录保持者。虽然这最高纪录的由来是个美丽的误会，但今天这13他是装到了。叶晨则完全不相信面前这个废材竟是纪录保持者，并扬言不管凌霄之前用了什么手段，自己今日定要破了他的纪录，狠狠打他的脸。随后郭有荣开始介绍起试炼规则，挑战者不允许使用武器、法宝，需凭借自身灵力登梯，达到金色阶梯前100者可获得参加收徒大礼资格，或者可继续挑战最高纪录，如果作弊取消其资格。很快考验便开始了，众人也是一拥而上，有些实力不济者在青色阶梯上都寸步难行。可叶晨这家伙真不愧是天选之子，这点灵压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势必要将凌霄的名字踏平，让郭有荣倾心于他。按照剧情发展，反派凌霄因嫉妒叶晨才能，故意给他使绊子。然而身为气运之子的叶晨靠着自身过硬的实力，不仅破了凌霄的记录，还在石碑上留下自己的手印。眼看时机已到，凌霄直接出手，叶晨也察觉到了不妙，一个闪身躲过了偷袭，就是可怜那即将完成青色阶梯的弟子。虽然叶晨很是不爽，但也拿凌霄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时郭有荣警告凌霄，让他不要再搞小动作，
不然让他好看，凌霄表面上答应，但接下来才是最后一次，因为第二次丢出的石头将会被叶晨反弹回来击中他的脸。而郭有荣再也无法容忍直接将他告发，此刻的叶晨一脸得意，凌霄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大喊天上有个美女在他上面飞。当叶晨抬头看去，凌霄再次出手，不料这种小把戏早就被叶晨看穿，可就当凌霄满脸期待他的反击，令他没想到的是，叶晨这家伙竟为了接住石块踩空坠崖了。凌霄麻了，这怎么和剧本里说的不一样啊？而隐藏在人群中的陆英英也一直都在注视着这一切。 明明是宗门里公认的反派师兄，如今却深受师妹们的喜爱，反而天选之子爽文里的男主，却遭到了大家的鄙视，只因我们的主角酷爱给自己加戏，才以至于被二师妹出手教训。为何叶晨会掉下登仙梯？其实这一切都是陆英英做的手脚，早就知道接下来剧本的他，提前一天就在登云梯放置了变色龙，为的就是在大师兄最后一次出手时，趁叶晨不备偷偷下手。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但毕竟是天选之子又有气运加身，怎么可能会止步在这里？只见不要脸的叶晨竟转人踩背。 又开始一路高歌猛进，参赛弟子纷纷不服，他这是违规作弊。叶晨则表示自己又没动用武器法宝，这一切都是靠他自己的灵力走到这里的。三个字，不要脸。郭有荣也判定其没有违规，这也更加令叶晨肆无忌惮起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拜山名额有限，与其挑别人的刺，不如担心担心自己。而叶晨也成为第一个登上金色阶梯的人，众人见状开始在登仙梯上扭打起来，争夺前100的名额。不愧是男主龙傲天，就是这么狂。 弱肉强食这一套被他玩得明明白白，怀真小老弟对叶晨这种卑鄙无耻之徒痛恨不已。凌霄则为其开脱起来，登仙梯的阵法没有将他排斥出去，就说明他没有违规。虽然过程有点曲折，但叶晨通过试炼的结果不变就行了。接下来就是他打破自己记录的高光时刻。如今场面混乱，陆英英的竹节已无法追上，难道真的无法阻止叶晨这个卑鄙小人了吗？此刻的叶晨一路扶摇直上，而他也终于看到凌霄的名字。 他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凌霄，我要把你的名字狠狠地踩在脚下。此刻怀真一脸生无可恋，他不敢相信大师兄的最高纪录就这么被破了。凌霄则长叹了口气，总算是没出什么差错，成功打破纪录的叶晨一脸装十三，可还没等他享受完自己的高光时刻，竟被石块狠狠地击中。此刻的陆英英一脸懵逼，人家还没动手呢呀！凌霄则四处寻找起来，又特喵的是哪个小可爱干的？令他没想到的是，对叶晨出手之人竟然是二师妹郭有荣。 他是宗门中最受欢迎的反派大师兄，就连二师妹这种小野猫都能被他搞定。反观堂堂爽文主角天选之子，竟被当众羞辱。为什么二师妹郭有荣突然出手偷袭叶晨了？只因他也觉醒了天道记忆，看到宗门因叶晨而覆灭，果然像叶晨这种无视纪律的人，从一开始就不该踏入青蓝仙宗。你说对不对啊，大师兄？凌霄麻了，按道理来说二师妹不是应该帮叶晨的吗？此刻的郭有荣也更加确定他觉醒的那段天道记忆是真的，所以他现在绝对不会让叶晨入宗的。而叶晨这边还在苦苦坚持，为了不掉下登仙梯。 又想搞小动作，不料竟被人发现一脚将他踹飞，还想再来，真拿人家当傻子了呀！叶晨内心十分不甘，难道自己这次真的要在这里栽跟头了吗？自己大仇还未得报，机缘还没拿到，明明我才是气运之子，我的人生不该是这样的。而就在此时，他竟漂浮在了空中，原来是石老暗中出手，但这种能力也只剩下最后一次了。石老也是十分懵逼，叶晨可是气运之子，没想到今日竟会如此悲惨。如今的叶晨已经被怒火冲昏了头脑，他让石老再次出手助他一臂之力，无奈的石老也只能被迫答应。 郭有荣眼看情况不妙，打算再次出手偷袭叶晨，但被凌霄发现了端倪。这架势是想要干嘛呀？万一主角叶晨失败了，那后面的剧情还怎么搞？叶晨必须通过考验，不管发生什么，小爷都要出手阻止悲剧的发生。下一秒，凌霄竟然一把搂住郭有荣，两个字：牛逼！此刻凌霄一脸生无可恋，这下完蛋了。想都没想就抱上去了，这下该怎么解释呢？难道要说小爷看上你了？坐小爷的女人吧。这时，凌霄轻轻在郭有荣耳边说道：“住手吧，师妹，大家都在看呢，人家都在努力考试，他们却撒起了狗粮。” 真是杀人诛心啊！郭有荣也是小脸通红，下一秒便给凌霄来了一记过肩摔，即便是被摔在地上，我们的凌霄依旧还是那么温柔。郭师妹，这种事情交给师兄来做就行了。这一刻，郭有荣已经完全沦陷，难道师兄是怕自己的小动作被发现，为了守护人家的名声才这么做的吗？而就在这时，靠着石老帮助的叶晨一路高歌猛进，再一次打破了记录。可惜帅不过三秒，郭有荣看着这一幕，果然如同天道记忆里说的那样，叶晨成功晋级还打破了大师兄的记录。看来对付叶晨确实没那么容易。凌霄这边则是一脸开森。 真不愧是主角，虽然过程有些狼狈，但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只希望收徒大点，一切顺利，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可就在此时，狼狈不堪的叶晨竟对凌霄撂下狠话：“凌霄，今日我受到的侮辱，他日必定万倍奉还。”他是将主角狠狠踩在脚下的反派大师兄，就连之前一直讨厌他的二师妹，现在都主动前来投怀送抱。只因觉醒天道记忆的师妹才发现，大师兄是那么的可爱。此刻青蓝仙宗大殿内，郭有荣正在通过传音玉牌禀报此次登仙梯考验的情况。 此次登仙梯考验共计365人，通过者100，此外还有100余人身受重伤，50余人在打斗过程中违规淘汰。掌门和众位长老有些不解，为何今年会有这么多人受伤和违规呢？于是郭有荣便将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叶晨说了出来，并吐槽叶晨好斗自负，心术不正。虽然通过了考验，但却不配做青蓝宗弟子。
并提议将其淘汰。随后，众长老便讨论起叶晨的去留，但宗主认为叶晨不仅是第一个通过考验，而且还是打破了通关记录。这种天骄淘汰实在可惜，况且修仙之路本就少不了竞争，有竞争才能刺激进步。这个叶晨，就让他参加明天的收徒大典吧。是否有真材实料，明天即可知晓。 众长老深知此次宗门收徒大典将是宗门的一次巨大转机，所以也是尤为重视。颇有容此刻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转机自然指的就是叶晨，但叶晨带来的不是福而是祸。另一边，我们的凌霄正在炼丹房一脸装十三的训斥师妹们，让他们都提起精神炼丹，学海无涯，丹道无垠，无辈自当上下求索，方可学亏天人。可令凌霄没想到的是，他因还原人设成功，触发暴击奖励，将他的炼丹技能品级提升到了五品。要知道，即使是叶晨这个主角，刷完一个大地图后才达到五品丹道。 自己现在就日常装了个逼，就从入门达到了五品丹境。要是再这样下去，他这个渣渣反派好像踹掉叶晨自己当男主，好像也不是不可以。但凌霄现在只想走玩剧情飞升成仙，这男主谁爱当谁当。而凌霄接下来就要去偷走丹药，好为明天比武大会的打脸剧情做准备。接下来就是等待二师妹来揭发他偷毒药的剧情了。果然，郭师妹她来了。师妹啊，你知道每当师兄见到你都会想起一句谚语吗？那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完，凌霄便一脸期待二师妹快来骂他。可没想到一直讨厌他的二师妹今天竟一百常态。 大师兄，你真是这样觉得的吗？那小荣与其他两位师妹比不和了，凌霄麻了，这特喵的不对劲啊，绝对不能让剧情再这样偏离下去。随后便对着二师妹一顿恐吓，并将自己今日来偷偷取丹药的事情泄露给了他。至于是什么丹药，具体干什么用，让他别管。但令凌霄没想到的是，郭有容不仅知道他要偷的丹药是什么，更是早就将丹药给他备好了。拿到七绝丹的凌霄临走时还不忘提示二师妹，自己要拿着没丹药对付一个他讨厌的人，就差直接将叶晨的名字告诉人家了。自己这么反常的举动。 二师妹总该怀疑自己了吧？殊不知郭有容内心无比激动，大师兄也太可爱了吧！以前人家怎么就没发现呢？多亏了天道记忆，让我知道大师兄的真面目，放心吧，大师兄，这枚七绝丹，人家已经为你动过手脚了，这次绝对不会失败的。一个是宗门中公认的废材反派大师兄，另一个则是新晋主角爽文里的气运之子。可如今本应是人人喊打的反派师兄，反而成为宗门中最受欢迎的对象。反观堂堂天选之子爽文男主，却遭到了师尊和师妹们的无情打击，只因大家都觉醒了天道记忆。 今日就连师尊萧红绫都惧透起了剧本。青蓝仙宗有五座主峰，分别名为凤鸣、神鸾、赤云、云荡、龙首。每一座主峰各有一名首座坐镇传道，而神鸾峰的首座正是被东域称为第一美人的萧红绫。萧红绫性格豪放洒脱，嗜酒如命，而且还极度自恋，对宗门之事不闻不问，对外人霸道刚烈。但对坐下亲传弟子却极为用心护短。就算我们的凌霄是个整日不学无术、调戏妹子的废材，也不曾将他赶下山去。直到凌霄趁着师尊闭关修炼，色胆包天偷走了萧红绫的白色丝袜。 第二天，与叶晨干架之时，被叶晨的灵宠叼了出来。这也令萧红绫在全宗丢尽了颜面，从此之后，萧红绫在叶晨的一次次打脸凌霄的剧情中，彻底对凌霄失望。最后更是亲手斩去凌霄的灵根，使其沦为凡人。就连凌霄本人都不由吐槽起剧中的他真够变态的，连养鱼自己长大的师尊的丝袜都想偷。但他今日好像就是来偷丝袜的吧？眼看四下无人的凌霄悄悄的推开了师尊的屋门，而映入眼帘的便是师尊的贴身衣物散落一地。师尊闭关前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根据剧本的走向，萧红绫是在收徒大典时。 才发现丝袜是被凌霄偷走的，所以凌霄为了不被发现，于是蹑手蹑脚的开始行动。可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丝袜在哪，凌霄严重怀疑今天到底是不是偷丝袜的剧情。于是凌霄化身名侦探开始了推理。他分析师尊这个酒鬼闭关后就不能喝酒了，所以在闭关前一定喝了不少酒。出汗之后自然是要沐浴，脱掉外衫之后，最后自然是丝袜。所以真相只有一个，丝袜就是被丢在浴池这里。拿到丝袜的凌霄一脸开森，这样距离他飞升成仙又近了一步。接下来就是等待收徒大典时被叶晨打脸的美好瞬间了。可凌霄不知道的是，他的所作所为。 都被萧红绫看的是一清二楚，这也更加让他确定天道记忆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记忆里萧红绫废了凌霄之后，不仅将无相剑体传给了叶晨，更是对叶晨暗生情愫。可他没想到叶晨此人不仅是令宗门覆灭的罪魁祸首，还是一个玩弄感情的渣男。他萧红绫不曾想自己居然会对一个男人俯首称臣，还让出了无相剑体，自己真是可笑至极。叶晨，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萧二，你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如今萧红绫觉醒了天道记忆，她发誓绝对不会再让记忆中的悲剧重演。当天命反派大师兄和堂堂爽文男主碰面会发生什么？面对废柴反派的当众羞辱，我们的气运之子竟然不敢出手，而是选择灰溜溜的逃走。虽说叶晨成功完成登仙梯的试炼并打破了记录，但他这种靠着卑鄙手段通过考验之人自然成为大家唾弃的对象，而他依旧是那双十三的表情，暗指能站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把其他人推下去的。这时我们的大师兄突然出现，当众羞辱叶晨就是个只会装清高的 baby 小人。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不去魔宗拜师呢？听到凌霄如此折辱自己叶晨一脸不爽，还说凌霄才是那个真正的 baby 小人。这时师老提醒叶晨让他冷静，毕竟这里可是凌霄的地盘。凌霄闻言恶狠狠地看着叶晨，巴可以乱吃，但话可不能乱说，只控本手心。你有证据吗？而他俩发生的这一切都被躲在不远处的郭有容看得一清二楚。果然，按照剧情，这两人在收徒大典前对上了。为了将悲剧扼杀在摇篮里，郭有容决定只要叶晨这次有任何违规举动，他就会立刻出手，让他参加不了收徒大典。
叶晨眼看情况不妙，于是话题转移，说凌霄是被他破了纪律，所以才恼羞成怒，一直在故意针对。可他不知道的是，凌霄早有准备，他已经偷偷记录了叶晨丢脸的全部过程。我宗剑宗上千年来，还是第一次有人以这样的姿态登梯，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这刘影石就送你拿着当传家宝吧。此刻的叶晨已经愤怒到了极点，身为天选之子，当世的绝世天骄，今日竟被一个废柴当众羞辱，真是可恶至极啊！虽说郭有龙很想出手，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就在这时，萧红玲也出现，与徒弟一起暗中观察，两边又开始打起了嘴仗。叶晨更是直接放下狠话，若是有胆就来单挑分个高下。而这一切不就是凌霄想要的吗？于是当即答应叶晨要与其一战。叶晨一脸不爽地看向他，区区一个废物既然主动找打，那就别怪他不客气。郭有龙顿感不妙，师兄这是自掘坟墓啊，若是挑衅在先还被打败，会被天下之人耻笑的。果然还是打断叶晨的腿吧。此刻的凌霄气焰更盛，催促叶晨赶快对他出手。叶晨这时挠不起来，为何凌霄这厮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挑衅呢？一定是想逼自己先出手，到时候再以此为把柄，让自己失去入门资格。凌霄见他还未动手，看样子只能再加把劲了。人家就站在这不动，你都不敢出手，难不成你还等着人家出手指点你们呀？你这卑鄙小人，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奸计。凌霄则是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于是继续加大嘲讽力度。而这也逼得叶晨拔剑就要对凌霄出手，可最终叶晨还是选择了放下长剑，随后撂下狠话，灰溜溜的离开了。这时郭有龙终于松了口气，若是刚刚那一剑攻向大师兄，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萧红玲也被刚刚凌霄的表现所折服，之前怎么就没发现凌霄这小子这般有胆识气魄呢？若非根骨太差，必然是人中龙凤啊。这时系统提示凌霄已经成功完成激怒主角剧情，凌霄人麻了，原本剧情不是丢刘影石就结束了吗？没想到叶晨竟会突然发难，吓得自己差点被吓尿，不过好在最后影帝附身，不然这段就要搞砸了。曾经人人喊打的反派大师兄，如今却成为宗门最受欢迎的存在。反观宗门新兴天选之子，竟沦为宗门师妹的头号公敌。只因我的师尊和师妹觉醒了天道记忆，一夜之间全部成为了病娇。今日就连冷面四师妹都差点灭掉天选之子，为了能够逼叶晨出手，凌霄更是变本加厉，直接脚踩天选之子，真是将反派人设做到了极致啊！突然一道音波攻击向他袭来，凌霄见状赶忙后撤，原来是四师妹楚幽薇出手，并指责起凌霄欺人太甚。毕竟叶晨早晚都要入宗，身为大师兄却如此欺辱同门。凌霄想到小说里的冷面师妹楚幽薇对叶晨的专宠可是独一份的，这次他肯定能顺利走完剧情任务，随后便躲到不远处观察起来。就是没想到他们为何会这么快就遇上，难道是剧情快进了？叶晨这个渣男内心开心的一批，青蓝仙宗果真是盛产美人的桃源之地，自己随便走走就能遇见这般绝色美人，更是夸赞有楚师姐为自己奏乐，他的剑一定能更上一层楼。看到这一幕，凌霄就放心了，接下来他就只需要等叶晨开始修炼，到时候果断来个偷袭，将他美美的胖揍一顿，那么今天的任务就圆满达成了。可还没等凌霄做好准备出手，叶晨这边就突然口吐鲜血，身受重伤。原来是楚幽薇的琴声里藏了杀机，听久了就会伤及五脏六腑。这时四师妹冰冷地说道：“没人敢打扰他练琴，本想试试叶晨的深浅，不料竟是个饭囊衣架。”虽然叶晨很是恼火，但还是无奈道歉。反观之前救下他的四师妹，却变了一副样子，也开始对叶晨嘲讽起来。一旁的凌霄人直接傻了，男女主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再这样下去，之后的故事还怎么演？想到这里，凌霄决定为叶晨找回场子。还以为是谁在欺负楚师妹呢，原来是你这无胆鼠辈，之前不敢和人家比试过招，欺负起女人倒是得心应手了。看到凌霄出现，叶晨直接暴怒，猜测刚才发生的一切肯定都是凌霄胁迫妹子对他下手，如此下作简直无耻至极。凌霄则表示那又怎样，明明是你打扰师妹练琴在先，人家可是纯粹的在惩奸除恶。面对处处找他麻烦的凌霄，而且这次还有妹子在场，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打算出手好好教训一下凌霄，顺便找回场子。凌霄本以为终于能够得偿所愿，被当众打脸，可下一秒他俩便被楚幽薇的音波全部干翻在地，凌霄直接麻了，剧情怎么又走歪了呢？这也让叶晨认定他俩就是一伙的，直接撒腿就跑。虽然剧情跑偏了，但好在任务成功完成，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凌霄也紧随其后。看到大师兄走后，楚幽薇彻底绷不住了，他不晓得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自己只是想为大师兄出出气，怎么反而把大师兄打伤了？都怪这个死叶晨非要凑得那么近，不然也不会误伤了大师兄。楚幽薇想到前几日觉醒的天道记忆里，叶晨会在他出现时重伤大师兄，如今大师兄被自己重伤，而且叶晨也没讨到什么好处，这样看来结局似乎已经偏离了。只要不顺着天道发展，那就算成功，但为了以防万一，接下来依旧不能掉以轻心。表面上风度翩翩的天选之子，背地里竟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而我们的反派大师兄面对师妹的主动投怀送抱，竟然果断拒绝将师妹拒之门外。在凌霄的记忆里，男主叶晨为了自己的灵宠，竟直接灭掉了抓他的老农，更是虚伪的解释自己这一生放荡不羁，百无禁忌，但最痛恨别人伤害他的朋友亲人，还扬言自己一生行事恩怨分明，从不滥杀无辜，真是虚伪至极啊！简直就是一个双标狗，只许自己的灵宠祸害别人的粮食，却不许人家奋起反抗，什么狗屁男主。凌霄一想到师尊和师妹居然要给这种人做后宫，就十分恼火，但想了想这些事情好像还轮不到他一个小反派担心，毕竟这里只是小说世界，等领完结局盒饭飞升成仙才是关键，明天就是收徒大典，接下来凌霄只需要等着明天主动被叶晨打脸就好了。刚想入睡的凌霄决定还是先偷窥一下师妹们，
毕竟都是为了还原反派人设嘛。可就在这深更半夜之时，三师妹突然来敲凌霄的屋门。在原著中，三师妹身怀琴心剑魄，性格温婉善良，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即使最后凌霄身败名裂，被主角叶晨囚禁在后山禁地，其他两位师妹恨不得杀他后快，唯独三师妹依旧为凌霄求情。一想到自己被叶晨打脸后，他便不再是三师妹心中那个光辉万丈的大师兄了。但为了能将反派人设进行到底，凌霄还是选择调戏起师妹，更是直接想给楚幽薇检查身体。这下流的嘴脸，凌霄自己看了都恨不得给上一拳。本以为会被楚幽薇暴走，可下一秒楚幽薇竟然主动投怀送抱，凌霄一脸懵逼，师妹们怎么都成了病娇，一个两个的都不按剧本来，人家还怎么演下去呢？但一想到自己可是整日调戏妹子的猥琐大师兄，送上门的福利躲什么躲呀？虽然师妹的人设崩了，但自己的反派人设可不能崩啊！凌霄刚想下手，却被三师妹不小心打脸。凌霄麻了，果然男主欺不可欺，反派一出手就会遭天谴。楚幽薇看着怀中受伤的大师兄，一脸自责。而楚幽薇今夜前来找凌霄，是因为昨日练琴不小心将琴弦弄断了，想明天下山找一位练琴师傅修理一番。但他自己对城里不太熟悉，所以想请凌霄明日一道前往。凌霄想了想，书里好像没修琴这段剧情啊。为了防止剧情跑偏，于是借口明日要参加收徒大典，拒绝了楚幽薇的请求。但楚幽薇还是不愿放弃，居然撒起了娇，兄弟们这谁顶得住啊？但最终凌霄还是拒绝了楚幽薇的苦苦哀求，他明天还得赶着给主角叶晨打脸呢，就算顶不住也得顶。令凌霄没想到的是，三师妹的人设竟然也发生了改变。这一段修琴的剧情原著可从未提及。这时怀真小老弟也来找凌霄，原来是师尊萧红绫出关了，有极为要紧的事叫凌霄立刻去天女崖。凌霄麻了，都什么鬼啊，怎么都是原文没有的剧情啊，这下全都乱套了。不管了，得去了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躲在不远处的楚幽薇内心早已爱上了大师兄，原以为这把琴才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直到某一天觉醒天道记忆的那一刻，真正对自己好的只有大师兄。楚幽薇今夜本想带着凌霄远走高飞，逃离这个是非之地，既然逃跑不成，那就必须先下手为强，绝对不能让大师兄明日被叶晨搞得身败名裂。保护大师兄的任务就交给我。200岁的冷艳师尊竟也有如此娇羞的一面，一心只想被男主打脸的反派大师兄，最近却总被师妹们盯上，主动投怀送抱。今夜就连冷艳师尊都向他撒起了娇。当凌霄来到神鸾之巅的天女崖，却发现师尊房间异常安静，总感觉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三更半夜召见他，难道是上次装女生混进去洗澡的事情被发现了？一想到这里，凌霄直接冷汗直流。这时喝醉的萧红绫唤凌霄赶紧进来，凌霄感觉师尊的心情好像很不错的样子，看来自己偷丝袜和混进去洗澡的事情应该没有败露。当凌霄刚一推开屋门，萧红绫便小手一勾，师尊可是有一阵子没看到你了，快过来让师尊好好瞧瞧。随后凌霄便被直接拽进了屋中，这特喵的难道是酒鬼发酒疯了？面对如此波涛汹涌的师尊，这谁顶得住啊？要不是明天人家将被叶晨打脸，今晚我们的师徒情谊就要破裂了。这时萧红绫突然发现凌霄竟突破到了筑基，不仅如此，就连根骨以及灵根也发生了蜕变。凌霄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这位修真界第一仙子啊。只是尴尬的解释，无意间得了些仙缘，毕竟是我萧红绫的徒儿，受天道气运的眷顾。果然喝醉后的师尊智商有些不在线，凌霄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就糊弄了过去。随后萧红绫询问起凌霄是否已经见过那个气运之子叶晨了，凌霄有些疑惑，为什么师尊会提前知道叶晨此人呢？萧红绫怕凌霄有所察觉，于是借着醉意又摆出一副憨憨的模样。下一秒萧红绫竟突然起身，想要和凌霄做点好玩的事情，随后一把抓住凌霄的双手，就要将他推倒。凌霄也有些不知所措，难道今天自己终于要变成真男人了吗？可紧接着凌霄身体便莫名其妙的不断下沉，等凌霄再次睁眼，竟发现自己出现在料无人烟的悬崖上方。这里难道是师尊的异空间吗？紧接着便是道道闪电向凌霄袭来。徒儿，速速与为师击剑。凌霄麻了，击剑？你特喵的元婴巅峰，半步化神，青蓝仙宗剑道第一人，你叫人家和你击个锤子的剑啊？凌霄当即拒绝，表示自己不配与师尊击剑。只见苍穹中出现了一柄散发着恐怖无边剑压的长剑，凌霄没想到师尊的本命灵剑竟恐怖到了如此地步，纯靠一身精纯浩瀚的剑意驱使的剑诀神通，最简单直接也最霸道凌厉。难道这疯女人是想用着剑意洪流将自己活生生喂养给她的剑灵吗？身为剧本里的大反派凌霄，她这一世若是不能死于叶晨之手，那能收她性命的也只有自己。只见凌霄一声剑来，竟以先天之境召唤出自己的本命灵剑云梦泽。这也是萧红绫第一次看见凌霄如此认真的御剑，虽然剑气规模尚可，剑意薄弱了一些，不过还算是前途可期。既然如此，为师今日便来渡你一程。他是自带光环的反派大师兄，但今夜却被冷艳的薄凉师尊一剑贯穿胸膛。为何师尊会这样？只因冷艳师尊萧红绫也觉醒了天道记忆。你们以为我们的反派大师兄这就凉凉了？并没有，这么做的目的其实都在为了给凌霄逆天改命而已。果然拥有光环的反派即便是天选之子也得靠边站。面对萧红绫的步步紧逼，凌霄是一脸无语，特喵的这疯女人是真想灭掉自己啊？一个个人设都崩到姥姥家去了，人家在这里辛辛苦苦跑剧情容易吗？既然如此，这反派老子不当也罢。可惜帅不过三秒，凌霄刚撂下狠话便被惊雷劈中，本以为自己身死到萧提前领了盒饭，可下一秒一股由雷电凝聚的时空屏障包裹住了凌霄。凌霄一脸震惊，这难道是剑气领域？萧红绫也在此时再次出现，徒儿看好这一招，此招名为剑意灌顶。
咫尺剑仙，就当凌霄用心感悟之时。萧红绫突然出现在凌霄面前，更是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们的凌霄。徒儿，忍住，可能会有些疼的。凌霄一脸害羞，师尊这是什么情况啊？人家还是个小孩子呢。凌霄本以为接下来可以好好享受，可突然一阵刺痛袭来，只见萧红绫竟一剑贯穿了他的胸膛。凌霄麻了，这特喵又是什么情况？反派难道要提前领便当了？只听见萧红绫冷冷地说道，什么天命之子，轮回宿命，通通滚一边去吧。我萧红绫的弟子，当恒压一世，独步星空，不弱于人。凌霄也渐渐地闭上了双眼。与此同时，在山下修炼的叶晨却被石老告知，大事不妙，本该属于叶晨的机缘如今却不知为何消失了大半。石老猜测机缘绝不会凭空消失，定是被他人半路截胡。叶晨闻言直接暴怒，他堂堂气运之子从来都是他夺人机缘，今日竟敢有人坏他气运，他绝不允许青蓝仙宗有这般逆天的存在。等他找到此人，定要亲手灭之。石老这时叮嘱叶晨，这青蓝山如今再去不得。从他昨日踏入这里开始，天机就在慢慢发生改变。本是仙缘之地，现在看来怕是龙潭虎穴。叶晨还是那一脸装十三的表情。石老，你是知道我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诛之。昨日之辱，本世子必是被讨还。明日一早杀上青蓝仙宗，碧血前耻。可叶晨不知道的是，三名病娇师妹早就盯上了他，而他们此次前来就是要亲手灭掉叶晨，让这一世的悲剧不再重演。天选之子为何会成为师尊和师妹们的死敌呢？只因前世他不仅欺骗师妹们的感情，更是将魔门引来攻打青蓝仙宗。道貌岸然的他眼睁睁地看着宗门被屠戮殆尽，也就是在这最后一刻，几人才真正意识到大师兄之前为何处处针对叶晨。上一世的记忆中，魔门为缉拿叶晨进攻青蓝仙宗，青蓝仙宗为守护宗门与魔门大战三天三夜，最终掌教和众多长老弟子全部牺牲。现在就只剩下萧红绫和他的这三名弟子了。看着覆灭的宗门，陆英英无助地询问，为何叶晨还不来救他们？几位师妹们坚信叶晨一定会回来解救大家的。只有萧红绫早已看穿了这一切，叶晨去了中州南域游历，现在估计正与南诏国的圣女谈情说爱呢。二师妹还是不愿相信，明明魔门天灾是他引来的，他却抛弃了大家。萧红绫这时霸气地说道，即便青蓝仙宗只剩下我们四人，我们也要死战到底。牛头怪则表示自己要一挑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牛头怪身后传来一声怒喝，住手。而来人正是叶晨和凤鸣峰的祝师姐。只见两人双剑合璧，开启扑山大阵，将魔门之人全部抹杀。叶晨缓缓走向陆英英面前，师姐，人家来晚了，幸亏你们没事。看着尸横遍野的同门，陆英英再也忍不住了，她质问起叶晨，事到如今你就只有这句话吗？郭有荣和楚佑威也投来鄙视的目光，死死盯着叶晨。你得到青蓝剑法，还和凤鸣峰的祝婉莹修炼成了双剑合并之法，关键时刻出现，启动护山大阵，击退魔门，为什么时机这么微妙呢？叶晨，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何与你产生羁绊的朋友亲人都没一个有好下场，反而最终获得莫大好处名动天下的却永远是你？可叶晨还依旧在极力的狡辩着，而萧红绫早已看穿了他虚伪的嘴脸，拔剑就要斩灭这欺师灭祖之徒。可拥有天道庇护的天选之子岂会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萧红绫也不幸被天道降下的惊雷劈成重伤，而叶晨这时终于暴露出他本来的面目。师尊，我叶晨乃天道庇佑的天选之子，就凭你也配与我为敌？如今我的妹妹叶轩儿已经率领80万北川精骑来到青蓝山下，只等我一声令下，便可将魔门一网打尽。现在回到我的身边，我们一起为青蓝报仇雪恨吧。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在萧红绫和师妹的耳边响起，随后几人的脑海中竟浮现出凌霄和叶晨之前的种种过往。几人看着这出现的画面，难道大师兄与叶晨作对，是因为早就识破他的真面目了吗？是我们害死了大师兄，原来我们一直误会大师兄了。最终这些记忆融合在了一起，把你们的记忆交给我们，由我带给过去的你们，能不能扭转命运就看这一次。这一连串的记忆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纷纷涌入了四人的脑海中。这也是为何四人一直将叶晨视为死敌，他们发誓这一世绝对不会再让悲剧发生，杀叶晨，保护大师兄。他是爽文里的天选之子，今夜却被三名妹子一起偷袭围剿，可拥有天道庇佑的天选之子又岂会是这么好斩灭的呢？为何师妹们会集体出动讨伐叶晨？只因外表看似风度翩翩的叶晨，其实内心却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不仅宗门因他覆灭，就连一心为师妹们的大师兄都因为他惨死。此刻的叶晨正在房间内呼呼大睡，陆英英看时机已到，吩咐自己的灵宠小喵出手。小喵去吧，用你的利爪把叶晨那个人渣撕成真正的人渣。可刚飞出去没多久，小喵身后就出现两道攻击，好在陆英英及时提醒，这才令小喵躲过一劫。可两道攻击碰撞产生的声响也使叶晨有所察觉，本以为是雷声，却被师老告知有敌袭。叶晨闻言猛地惊醒，一把拿起床上的长剑，随后跳上屋顶，可却并未发现一人。叶晨询问起师老是不是老糊涂听错了，师老坚信自己绝不可能听错，他分明感应到有三股极强的敌意锁定了客栈，这青蓝山果然古怪的很啊。师老，你是不是不想让人家上青蓝山，特意编出来唬人家的吧？你看老夫像是那种人吗？随后又是几道惊雷劈下，这也让叶晨确信刚才的就是雷声。为了明天能更好的参加青蓝宗的收徒大典，叶晨又返回了房间睡觉，还不忘特意叮嘱师老安静点，别没事大惊小怪的。其实刚才的两道攻击分别是来自二师妹郭有荣和三师妹楚佑威，为什么自己的权力一剑剑士居然消失的无影无踪？而为何人家的琴音没有攻击到叶晨呢？明明已经瞄准了呀。二人决定再试一次，刚回到房间的叶晨正打算躺下，却又被石老提醒小心身后。
可等叶晨回头却什么都没有，有的也只是道道惊雷。叶晨一脸不爽，这老家伙又来这一套。石老，你可听说过狼来了的故事？石老解释自己刚刚明明看见了，若老夫说谎，天打五雷轰。话音刚落，便是五道惊雷回应。石老，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现在都是一缕幽魂了，再被天雷劈了，怕是要魂飞魄散。行了，睡觉吧，师妹们麻了。那叶晨果然如记忆里说的有天道庇护。什么天道庇护啊，还不是你们三个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三人决定等叶晨明日入宗，在收徒大典上再次出手，定要让叶晨有来无回。为何曾经在宗门最受欢迎的反派大师兄，如今却沦为了阶下囚？就连师妹都无情地送上匕首，让其自绝于此，被同门羞辱，被师尊师妹们嫌弃。这次他终于累了，选择结束这一切。而这一切都要从天选之子叶晨拜师青蓝宗说起。在凌霄与上山拜师的叶晨发生冲突后，叶晨竟从凌霄身上搜到他偷拿的师尊丝袜，而这也令凌霄受尽宗门的羞辱。怀恨在心的凌霄在师尊睡着后，偷偷拿走了师尊的禁忌法宝绝天黑莲，在第二天的五脉会武时，打算用绝天黑莲背刺叶晨。最终凌霄被萧红绫关押到了思过崖。楚幽微不理解为什么之前和蔼可亲的大师兄要偷师尊的禁忌法宝去残害叶晨师弟呢？幸亏叶晨师弟身怀绝技逃过一劫，不然等待师兄的处罚就不会是在思过崖思过这么简单了。凌霄不知道怎么告诉他自己为何要这样做。如今萧红绫对凌霄彻底失望了，并要给叶晨灌顶建议，弥补凌霄对叶晨的冒犯。凌霄闻言一把搂住楚幽微，不许你们和叶晨在一起。刚要解释的他却被郭有容一脚踹飞。调戏完师尊还不够，现在又要非礼楚师妹。身为神鸾峰的首席，竟屡次做出如此下作之事，神鸾峰的名声都被你败坏了。随后郭有容竟丢给凌霄一柄匕首，你要是对神鸾峰还有一点感情，就自绝于此，别再玷污神鸾峰的名声了。冰冷漆黑的山洞内，如今却只有凌霄和一柄匕首，这一切是多么的可笑啊！一心为宗门的师兄竟落得如此下场，凌霄这一世真的累了，最终选择自我了断，结束了这一切。突然，凌霄猛地一惊醒，他感觉刚刚做了个好长的梦，但这梦却又很真实，仿佛就是自己的记忆。此时的萧红绫一脸醉意地看着凌霄，明明是师尊为你灌顶建议，你倒是累得不轻，睡着了，快点陪为师喝一杯，庆祝你获得了为师赋予你的无相剑体。凌霄一脸懵逼，自己竟获得了无相剑体。根据原著设定，青蓝宗凡是内门弟子，见到考核达标后便能去地底剑冢，以自身剑意注入熔炉之中，锻造自己的本命灵剑。而且每一柄灵剑随着执剑人自身剑道境界的提升，有几率孵化出强大的剑灵，比如二师妹郭有容的寒冰剑灵，三师妹楚幽微的琴心剑灵，和师尊萧红绫的本命灵剑青蓝剑。原著里男主叶晨就是获得了萧红绫的剑意，觉醒了无相剑体，这才能杀回皇都首任仇人。凌霄是一脸无语，特喵的，如今自己获得了本该属于叶晨的无相剑体，这么大的机缘竟被自己提前截胡，这还玩个鸟啊！万一明日在收徒大典上掌控不好力度，一不小心把主角一剑戳死，自己还怎么飞升成仙啊？萧红绫看他心不在焉，为何为师给你酒你却不喝呢？看到如此娇羞的师尊，凌霄竟不知如何是好。面对步步紧逼的师尊，凌霄连忙从萧红绫的腿上起来，并为刚才的冒失道歉。随后萧红绫竟走到凌霄面前，在他耳边轻轻地问道，你家师尊生得好看吗？害羞的凌霄是一脸问号，难道师尊被人夺舍了？怎么突然会问这么少女心满满的问题啊？凌霄见状连忙夸赞起萧红绫，可萧红绫似乎有些不买账的样子。其实今夜叫凌霄前来，除了帮他提升剑境之外，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身为神鸾峰首席的他，若是有人敢挑衅，让他务必出手斩杀此人。不要问为什么，只管照做就好，出了什么事师尊替你担着。凌霄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师尊到底是怎么了？一个是拥有光环的反派大师兄，另一个则是天选之子爽文男主。近日两人终于在收徒大典正面对上，本以为马上就要杀青回家，不料主角竟被师妹一个大臂东山飞。收徒大典当日，我们的主角叶晨一脸装十三的闪亮登场，师老问他有没有什么心仪的师傅，可在叶晨眼里这些都不重要，他此番前来只是为了机缘，若真如师老所说，有人截胡了他的机缘，他必将此人镇杀之。但其实叶晨内心想的却是要进入神鸾峰，将里面的妹子全部收入自己的后宫，更是扬言要做全天下妹子的老公，不像那个空有皮囊的大师兄，与自己相比不过是个废物而已。就在这时，我们的大师兄御剑而来，也只有如此出场的方式才能配得上我们这个绝世风华的仙门公子。仙者当如是也。看到风头被凌霄抢去，叶晨是一脸不爽，什么狗屁绝世公子，就是个虚有其表的小白脸罢了。话音未落，凌霄便来到主角叶晨面前。叶晨见状看来被认出来，打算先下手为强，但却被石老制止，毕竟此人是青蓝宗首席弟子，现在还不能得罪，而且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凌霄这边确认过眼神后直接开喷，你特喵的不长眼的臭小子，昨晚老子不是警告过你了吗？还敢开，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吧？我凌霄是什么人不用我自己说了吧，跟老子对着干，你有这个实力吗？身为天选之子，今日竟被一个废物如此羞辱，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角啊？凌霄见第一波嘲讽成功，马上开始了第二波，忍无可忍的叶晨拔剑就要开干。这时周围有人认出了叶晨，如此年轻便达到宗师境界，难怪此人这般不卑不亢啊。凌霄眼看剧情发展顺利，一脸开森，接下来便是等待那个女人的出现，帮助叶晨完成第一波打脸。突然一声怒喝打断了两人，而来人正是凌霄等候多时的二师妹郭有容。看着叶晨这猥琐的表情，凌霄两眼冒光，看来剧情都回来了。
这时，叶晨收起长剑，虚伪的走到二师妹面前，在下叶晨见过师姐，可回应他的却是师妹的一个大壁咚。这番反向操作，众人是完全被吓了一跳。只见二师妹一脸嫌弃的看着被打成猪头的叶晨：“你什么身份也配合大师兄这么说话？”可当他看向凌霄，却又换了一副呆萌的模样：“抱歉，大师兄让你受惊了。这等凡俗莽夫竟敢对你无礼，实在该打。”凌霄麻了，完了，剧情又崩了。 我们的反派大师兄有多牛批，就连天选之子的老乡好多主动对他投怀送抱，更是祭出自己的本命灵剑为他这个反派找回场子。就在主角叶晨被二师妹一个大壁咚扇飞后，恼羞成怒的他竟将这一切都甩锅到石老头上。这特喵的就是你口中所说的机缘之地，今日你最好给老子个解释，不然就摘了你这个破戒指。石老解释是这青蓝宗出现了能影响天道运势之人，趁现在没被发现，还是赶紧闪人吧，兄弟别怂，别听着老王八念经。我可是来给你送经验的呀，你要是不知冷起来，我这个反派要失望了呀。 忍无可忍的叶晨不再隐忍，他告诉石老：“天不眷我，我便逆天，我不仅要斩了那个夺我机缘的小贼，更是要征服神鸾峰上所有的女人。”凌霄见状一脸开森：“好兄弟，人家果然没看错你，快点来打人家吧。”二师妹眼看情况不妙，打算出手，却被凌霄反手拦下：“师妹，难道你不相信大师兄吗？郭有容看着大师兄的背影，按照天道记忆，等会儿那个叶晨的妖兽就会揭穿大师兄偷拿师尊的丝袜，被大家误会成变态。为了维护大师兄的尊严，郭有容连忙拉住凌霄。” 还是由人家出手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吧。这时天空上方再次传来一声怒喝：“来人，正是青蓝宗唯一的寡妇。”在原著里，苏妹可是主角叶晨前妻后宫之中最大的靠山，关键时刻还是外援靠谱啊。当苏妹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就连我这反派都差点要把持不了。这火辣妖娆的身材简直是太哇塞了。随后，凌霄猛地吸了一口气，就连空气都特喵的是香香的。但眼下几位师妹师尊人设崩坏，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位苏寡妇上了。看来是时候用上我反派搭讪三件套：第一套观望，第二套比心，第三套开撩。 苏师伯，好久不见，您愈发的光彩照人了。我手中这朵美丽的花朵献给您，最合适不过。说完，凌霄便一脸贱贱的等着被打脸。谁知苏师伯却不按套路出牌，一个箭步直接扑进凌霄的怀中，差点压得凌霄喘不过气来。苏妹一脸娇羞的小脸看得凌霄是一脸懵逼。当他看向我们的男主时，凌霄还以为这次稳了，谁知下一秒苏妹竟直接祭出自己的本命灵剑，要为凌霄这个反派找回场子。凌霄直接麻了，为什么你们都喜欢不按套路出牌啊？ 身材火辣的苏寡妇竟也对反派师兄芳心暗许，更是差点令天选之子当场吓尿。当得知凌霄看主角不爽，于是直接祭出本命灵剑打算打的天选之子。一个小子好大的胆子，竟敢挑衅我青蓝宗的首席弟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凌霄麻了，特喵的怎么连苏师伯都不按剧情走了呀？该不会真要打了男主吧？看到苏师伯这杀气腾腾的眼神，我们的主角叶晨差点当场吓尿。自知在这个女人面前没有一丝还手之力，本打算求助石老救命，谁知这老头竟在关键时刻选择装死。凌霄这边也是慌得一批，怎么办？ 要是他上前求情的话，岂不是自己的反派人设也崩了？但什么都不做的话，男主没了，他可怎么演下去啊？这时，一道声音响起，打破了僵局。只见一名胖子骑着一头飞猪正在向这边赶来。凌霄见到来人，一脸兴奋，原意老道：“人家终于等到你了。原著中此人看似是个与世无争的老好人，实则城府颇深，是多年隐藏的魔宗间谍，差点干翻整个青蓝宗。如今剧情偏离轨道，好在这个胖子如期出现。胖子道人见状，连忙为叶晨开脱。” 当起了合适了，苏世伯也看在他的面子上，放了叶晨一马。随后便当着众人的面关心起凌霄可有大碍。人家只是一个小反派而已，和你也没有这么多戏吧？更是一个剑不走到凌霄面前，聊起了他这个反派。凌师侄，世伯观你天资奇异，极其适合我凤鸣一脉，不如考虑下离开神鸾峰，投入世伯的怀抱。人家定会好好教导你的。此刻的凌霄是一脸问号，原文好像没有这一段吧？难道自己看的是盗版章节？在和凌霄近距离接触后，他这才发现这小子生的是这般俊美，坐拥如此美男徒儿，难怪萧红玲对叶晨一直无感。 既然知晓未来因果，何不能再便宜了他？而这大胖子对叶晨也是十分看好，前期的大 boss 竟和男主搞在了一起，一个个都特喵的不按剧本来，都来这里搞人家心态是吧？很快收徒大典正式开始，凌霄突然发现本该一起见证他身败名裂的三位师妹全都不在，但冷静下来，好歹叶晨留下来参加了收徒大典，后面的剧情稳住就行了。于是他赶忙叫来小弟怀真，看着这个一直对他这个反派不离不弃的小师弟，不由得有些惋惜，毕竟跟着反派混没有什么好下场。怀真看到人群最后那名黑衣少年没。 他是师兄的远方表弟，接下来就要测验资质了。哥哥，我准备帮他一把。月镜清起情分，这是我为表弟重金买来的酒炼金丹，吃了以后能临时提升体质。其实这是杀人夺宝的必备良药。七绝丹，劳烦师弟送去给我表弟，就说是长老的意思。人人有份。怀真一脸不解，为何大师兄不亲自送去呢？我这不是怕表弟知道太过感动影响发挥吗？随便的几句话就把这傻孩子感动的不行，屁颠屁颠的跑去送药。很快，怀真便来到叶晨面前。 按照师兄的说辞，将丹药交到了叶晨的手中。叶晨看着这枚丹药，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但还是愉快的选择收下。按照小说剧情，身为六品丹师的男主，轻易的便察觉到丹药不对劲，然后机智的反将一军，直接拿着毒丹对线紫云掌教。随即，我那嫉恶如仇的二师妹就跳了出来，指认这一切都是我干的。看着主角拿起毒丹站起来去对线，凌霄是一脸激动，可下一秒他人直接傻。这特喵的傻子男主居然把毒丹一口吞了。
天选之子竟差点交代在自己手上，明明知道是毒丹，居然还特喵的一口吞下。原来在怀真交给他丹药时，他便发现了这丹药有些不对劲，这点雕虫小技岂能骗得过本事的？这特喵的一脸欠揍的表情，差点就要把我是幕后黑手四个大字挂在脸上。就这城府还想加害本世子？石老提议正好青蓝山的主事人都在，拿着这枚丹药揭发那小子的阴谋。可叶晨此人极为自负，打算将计就计，还在处于懵逼的石老刚要阻止，谁知这脑残男主竟将毒丹一口吞了。没错，本世子今日便要以苦肉计让这仙棍付出代价。等着吧，凌霄，看老子不玩死你！谁知下一秒，一阵臭气便熏得周围人苦不堪言。谁特喵的当街放屁？此时的丹毒也正在慢慢发作。叶晨见毒药起效，打算用紫霞丹道压制丹毒，再向首座告状。谁知二师妹改良版的毒丹，特喵的根本压制不住啊！紧接着，扑的一声，七窍流血，当场射死。石老见状，赶忙开口：“早说这丹药有问题了，我都让你先等一下了，就是不听。”气急败坏的叶晨将这一切都甩锅给石老。这傻逼戒指不要也罢。二师妹正在不远处幸灾乐祸，看着叶晨悲惨的模样，大师兄，咱们成功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被这家伙害了。差点被自己玩死的叶晨也在此刻意识到，要是再不解毒，自己今天怕是真的会交代在这。于是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朝着戒指爬去，重新戴上戒指的他连忙跪求石老帮帮自己，刚才都是他太冲动了。石老念他悔过，也不再和他过多计较，传授了他一套冰心化毒诀，消解了七绝丹的毒。不得不说，叶晨不愧是气运之子，即便如此对待石老，石老还依旧对他不离不弃。石老见气氛烘托到位，于是劝叶晨赶紧离开青蓝宗这个是非之地，不然下场会更惨。可谁知好心当作驴肝肺，叶晨不但不领情，还要和凌霄继续硬刚。他发誓不报此仇是不为人，而他这小眼神看得凌霄不由头皮发麻。虽然不理解他为何用这种眼神看人家，但他看起来好难受。他没事吧？好在没挂掉，不然接下来的剧情没法走了。不愧是拥有主角光环的男人，就是命硬。凌霄没想到女主角人设出问题也就算了，现在就连七绝丹这种特殊道具也能出幺蛾子，看来是时候来点猛药了。于是凌霄拿出从师尊那里偷来的丝袜，打算给自己来个射死现场，直接把他这个反派送走。很快便轮到叶晨上台测验体质，只见解完毒的叶晨容光焕发，那嚣张的表情恨不得一个打八个。台下众人都投来仰望的目光，就连长老都觉得叶晨此子天赋异禀，是个好苗子。而测验体质最好的方法就是决斗，当得知自己对手是个练气期的废柴，叶晨一脸不屑，就这对手他一招就能解决。这时胖子道长问他想要如何测试，只见叶晨一脸嚣张的指着凌霄：“我要挑战神鸾峰首席大弟子凌霄，十招之内既决胜负也决生死，若是不能将他碾压，我磕头认输。”温柔善良的三师妹竟要为我这个反派师兄找回场子，但女人特喵的只会影响我走剧情的速度。原来主角在收徒大典上指明要挑战凌霄这个神鸾峰首席大弟子，更是扬言十招之内不打的凌霄哭爹喊娘他就当场下跪。凌霄闻言随即摆出一副反派嘴脸，鄙视他就是个丧家之犬。其实内心早已乐开了花，终于可以上场被打脸回归正常了。可就在裁判宣布对战开始的时候，一声大喝打断了对战：“等等，你不配跟我大师兄打，我来做你的对手。”此刻的凌霄想死的心都有了。二师妹刚教训完，现在三师妹又来搞事情，而观战台上的长老们一眼就看出来三师妹这是要为我找回场子啊。胖子道长见状感觉大事不妙，这叶晨怎么莫名其妙跟两位神鸾峰弟子结了仇怨？就在他打算出手干预时，却被旁边的苏寡妇出言阻止。而擂台上凌霄为了这场战斗不知等了多久，他连忙劝解三师妹退下，这是属于男人之间的决斗。可当他握住三师妹的手掌时，一脸诧异：“师妹的手怎么这么烫？”当看到师妹手掌上密密麻麻的伤口，凌霄这才反应过来，师妹竟强行修炼了天音琴剑诀第七卷噬心魔琴。要知道第七卷的噬心魔琴以半圣魔道仙魔交融之下，虽有着毁天灭地的惊世魔能，但对自身也有着极大的伤害。原著中叶晨被大周女帝包围在地窟里，三师妹都没使出这招。凌霄一脸诧异询问三师妹为何要修炼这魔功时，三师妹的回答有些让我无地自容：“只因变得足够强大才能保护大师兄你啊，你清醒一点好吗？人家只是个反派，要保护也是保护我们的男主啊。”在三师妹觉醒天道记忆的那刻起，她就在心里暗自发誓，为了大师兄做什么都是值得的。他这次绝对不会让大师兄一个人默默背负所有骂名，也只有你试图反抗叶晨这个灾星，在我心里，大师兄，我知道你才是真正的孤勇者。师妹啊，反剧情的孤勇者是你啊，师兄求你别在这里发癫了。就在凌霄再次劝解师妹时，一股之强剑意席卷全场，而来人正是凌霄的师尊神鸾峰首座东域第一美人萧红绫。又威，还不快退下，我神鸾峰的大弟子岂会怕这凡夫俗子？师尊放心，此人胆敢以生死战挑衅于我，徒儿必弹指灭杀之以报师恩。不料这时系统突然跳了出来：“因还原反派人设获得修为提升 40%, 特喵的狗系统，是生怕人家打不死叶晨吗？就连师尊也不忘叮嘱他记住昨晚对他说的话，找机会杀了叶晨，要是打了叶晨，为师今晚还给你准备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奖励。”很快天选之子和天命反派的生死对战正式开始，四位长老对此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唯独师尊对凌霄信心满满：“我萧红绫的徒儿自当横贯无敌，积压全场。”而擂台上的叶晨正不断的出言挑衅，更是猥琐的表示等嘎了凌霄之后，他就会想方设法加入神鸾峰，代替他好好照顾师尊和师妹。这无耻的嘴脸整得凌霄都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反派，嘲讽技能谁不会，你特喵的也配挑衅我神鸾峰？今天看小爷我不把你的坤坤嘎了，让你死无全尸。说完凌霄便直接拔剑朝叶晨刺去，萧红绫一脸黑线：“
好你个臭小子，为师昨晚辛苦为你灌顶，建议你去划水。观战的长老也觉得凌霄这么做简直就是在作死。叶晨见状更是信心满满，花里胡哨不堪一击，看本世子一剑了结了你，到时候看你有什么脸面自称神鸾峰大弟子。其实只有凌霄心里明白，他这一剑看似华丽，但实际上只用了一成不到的剑意。身为主角的叶晨不可能接不住这一剑，可就在这时系统又突然蹦了出来，再次给凌霄发来奖励，触发剑诀神通，神剑玉雷真诀。特喵的爷才不要这个奖励，主角你不要过来啊。天选之子竟向反派当众下跪道歉，原来刚刚凌霄打算装装样子一剑刺向男主，不料却意外触发系统任务，直接在旗舰上叠加了神剑玉雷诀。此刻的凌霄慌得要死，怕这一剑直接将主角带走。大家也被凌霄这惊天一剑震惊不已，然而知道剧情的苏寡妇却觉得此事不同寻常，明明是废材的凌霄一夜之间见到天资竟如此绝俗，除非有人试图改变这一切因果强行给他灌顶功力。当他看向萧红绫，他仿佛明白了什么，师尊这边则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宝贝徒儿，这便是你用无相剑体自创的第一个剑诀吗？当烟雾散去后，我们的天选之子依旧屹立不动，幸亏老子在关键时刻收住了力，不然男主就特喵的当场嗝屁。不愧是男主，关键时刻总能化险为夷。就在凌霄准备承受叶晨的怒火时，下一秒啪的一声，天选之子竟当众跪下向我们的反派师兄道歉，他愿遵守诺言向贵派道歉，跪求台上诸位首座救救自己。本来热闹的比赛场瞬间鸦雀无声，也好不容易将剑法威能降到三成，你这个软蛋居然投降。这时台上的长老出手，只见他随手一挥，消除了男主身上的恐惧。既然叶晨认输，那便点到为止吧。此刻的叶晨内心害怕到了极点，当他看到凌霄那一剑之威，他深知自己无法接下第二剑。凌霄这边是一脸无语，难道称霸九天十界的叶神王就这个屌样？但很快他就发现了凌霄身旁的九幽子岩雕。原著中叶晨在碾压凌霄之后，就是这畜生突然出现，叼出凌霄藏在怀中的丝袜。他的出现这说明剧情还有救，我摊牌了，我就是偷师尊丝袜的那个变态。可噗呲一声，叶晨的小雕竟被人一剑打伤，差点领了盒饭。凌霄转头骂骂咧咧看去，我到底要看看是谁敢坏老子的好事。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出手之人正是自己的师尊，胜负一分，居然还想指使妖兽偷袭我的徒儿，真是卑鄙无耻。此话一出，叶晨差点没被宗门弟子的唾沫星子淹死。为何师尊也不按剧本出牌，还当众向我抛媚眼？狗系统特喵的，赶紧给老子滚出来！几个女主毫无职业道德，不看剧本就算了，现在连男主都是这个傻样，这剧情你让我一个反派怎么圆啊？这反派老子不当也罢。这时系统突然发来提示，检测到宿主心境跌落，任务随时可能失败，这也让凌霄陷入了迷茫。师尊和师妹们也投来疑惑的目光，大师兄不是赢了吗？这是怎么了？现在修为提升，师尊和师妹们对自己也很好，或许不用再伪装和他们好好相处，留在这个世界也挺好。但想到围绕在病床前的父母和妹妹，凌霄那叫一个心痛。我还有爸妈和妹妹，我要回家。至于为什么自从叶晨上山以来，剧情和师尊师妹们的人设跑偏，眼下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凌霄发誓一定要走完反派人生，顺利完成系统任务。当长老宣布获胜方是凌霄后，二师妹和三师妹一脸开森，纷纷跑来为他恭贺。萧红绫见状，嘴角也是露出了一抹微笑，只是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两个女弟子态度竟也发生了改变。按梦境里的预言，他俩不是会爱上叶晨那个小子，并且逐渐厌恶起凌霄吗？难道是萧儿的命运从这一刻开始已完全被扭转，发生了改变？看着徒弟们感情和睦，身为长辈师尊的他本应该感到开心才是，可为何眼下会如此失落？这一幕也都被凌霄看在眼里，既然选择继续当反派，那自然要将反派精神贯彻到底了。而主角这边正在疯狂发泄情绪，堂堂天选之子竟被一个反派废柴按在地上摩擦羞辱，这可比杀了他还难受。石老这时出来劝解叶晨，那个截胡你机缘的位面之子与你不相上下，还是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一想到凌霄这个反派左拥右抱，他就气不打一处来。石老，天空为何都是隐隐带着些绿色？小友别说话，你这是给震出内伤了，老夫这就传你一套心法修补经脉。随后男主马不停蹄地坐下感悟，多亏了石老救助，否则本世子便遭了那奸人毒手。神清气爽的他再次将这一切甩锅给凌霄，他发誓下次再见到凌霄定让他好看。殊不知我们的大师兄就在他身后，下一秒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差点吓得男主当场去世。男主一脸惊恐地询问凌霄到底想要干什么，谁知凌霄竟一把将他壁咚到树下。你猜猜人家到底想干什么？其实凌霄此番前来只不过是观察一下这个傻男主的人设是不是也发生了改变，但却被叶晨当成了男女通吃的死变态。好在这时胖子老道及时出现，凌霄看着这间谍胖子一脸问号，这老狐狸又在打什么算盘？原著里也没见他对男主这么上心。为了不打草惊蛇，凌霄于是借坡下驴放了男主。就在凌霄庆幸虽然收徒大典没按原本剧情发展下去，但好歹也算顺利结束，谁知小师妹突然一个踉跄出现，并且脖子上还带着御兽魔珠。这御兽魔珠据说是上古蚩尤大神的配饰，有着通天之能，是陆家祖传宝物，这玩意儿更是能控制方圆千里内所有结丹以下的妖兽。难道这丫头真带了一群妖兽过来砸场子？而她这病娇的模样也是把大师兄吓得不轻。冷艳薄凉的师尊竟要反派师兄给他按一辈子的狱卒，就连天选之子都不按套路出牌，选择拜反派为师。原来就在刚刚，一脸病娇模样的小师妹带领着他的妖兽大军打算灭了男主，带着大师兄远走高飞，这样大师兄就会只属于他了。这时二师妹和三师妹突然出现，以为是来阻止他的，竟令他起了杀心。而凌霄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赶忙摸着小师妹的头安抚她的情绪。随后凌霄急忙交代自己要和小师妹单独聊聊，让他二人先离开此地，
从上个月开始，小师妹的性格忽然变得冷漠孤僻，对一切充满敌意。不管她是因为什么发生了变化，现在最要紧的是先稳住她。本打算出卖色相套出她心中所想，没想到下一刻小师妹竟向她当众表白，更是一把扑进凌霄怀里，说想和她永远永远在一起。这又萌又甜的模样，哪个男人能不喜欢？这突如其来的表白也差点令她这个反派沦陷，这难道就是恋爱的感觉吗？但下一秒系统就跳了出来，因她成功还原了主线剧情，奖励青蓝剑法一部。凌霄麻了，这特喵的青蓝剑法不是男主叶晨的关键性装逼道具吗？怎么送给我？另一边的叶晨正在感谢胖子老道的搭救之恩，他深知这次在宗门大比出了这么大的仇，想必青蓝宗的各峰首席怕是无人会收他为徒了。身后的石老也再次劝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却不曾想胖子老道竟半路杀出，想要收男主做他的嫡传弟子，让其加入他天荡峰一脉。男主闻言一脸开心，当即下跪拜师行礼。实不相瞒，你方才一出场，为师便觉得你有着大帝之姿。听到胖子老道的吹捧，叶晨别提多开心了，上天果然还是眷顾我叶无敌的呀。等进了青蓝宗，便找机会斩了那个凌霄报仇雪恨，顺便将截胡自己机缘的狂徒找出来一剑格杀。石老怎么也没想到，一直传授他仙元武道，早已将他视作弟子，而今居然拜了一名下界修士为师，这不是当众打他的脸吗？其实在叶晨心中，石老不过是个寄生虫罢了，即便来历再深不一样，也得靠他生存。而男主的这番操作着实把石老伤得不轻，倾其所有帮他，到头来还被视为垃圾。或许是他算错了，其实天命之子乃是那位截胡了叶晨机缘的神秘存在。与此同时，回来后的大师兄正在选妃，这些资质出众的少女都非常适合我神鸾峰，作为大师兄就由我来带这些新弟子入门吧。大师兄日理万机，这点小事就不劳烦师兄了，这任务就交给我们吧。这时怀真出现提醒凌霄晚上别忘了师尊有请。来到师尊的小木屋，凌霄心里就泛起了嘀咕，不知为何总觉得剧情崩坏的根源很有可能在师尊身上，莫非师尊用了某种逆天手段，提前算好了今日我与叶晨对阵，所以才特地传功？毕竟那一晚的剑意灌顶绝非他酒后率性为之。为了弄清楚这一切，凌霄壮着胆子走进了师尊的屋门，而这时师尊早已等候多时，今天表现不错，没有辜负为师对你的期望，师尊决定奖励你一番。只见他缓缓伸出自己的玉足，乖徒儿快点来帮师尊洗脚了。凌霄是一脸无语，大半夜叫人家过来居然是为了洗脚，这特喵的算哪门子奖励？见凌霄迟疑了这么久，难道萧儿不愿意？那为师且问你，你既然不愿意，却又为何要偷拿为师的丝袜呀？凌霄傻了，师尊不会是早就知道了吧，所以才出手嘎了叶晨的妖兽，难怪他会觉得这是在奖励我。这特喵的也太羞耻了吧，简直就是当场社死啊。为了想办法糊弄过去，凌霄当即打来洗脚水，并亲自为其捏脚。师尊若要你一生一世天天为我洗脚，你可愿意？凌霄麻了，一生一世洗脚，这特喵的什么脑回路？气氛也在此刻尴尬了起来。萧红玲见状于是转移话题，虽然你已有无相剑体，但今日与叶晨一战，师尊观你对剑意的掌控度还少一些火候，下个月咱们五脉弟子要一同前往地底见主，你身为神鸾峰大师兄，也是时候拥有自己的本命灵剑了。看着离去的凌霄，他心中感慨万分。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伤感，这明明叫月姬的灵体调侃他也会有为情所困的一天。萧红玲让他别这么八卦，你应当知道本座的脾气，莫说你现在只是一道来自上界的残魂，即便你恢复肉身重回往日境界，本座一样能治你。原来萧红玲的灵剑青鸾其中孕育着一对双生凤凰神魂，一旦将剑意灌顶给男子，那头神凤便会随之进驻对方的灵剑元胎之中，若是动情便只能对他一人，否则便会遭受烈火焚心之苦。方才你问他可愿意一生一世在你身边，想必是动了真情吧。萧红玲闻言直接拔剑，本尊与徒儿之间清清白白，岂能他人诋毁。但冷静下来的他向月姬解释，你问我为何会知道你的残魂会被封印在禁地盘龙深渊，为何能轻易解开封印将你解救出来，那是因为本座能看见未来，叶晨那个恶徒以后会闯入禁地拜你为师，得到你的传承，此子若是得势，便会让青蓝宗万劫不复，因此本座必须先他一步。在了解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后，月姬答应会助他一臂之力，毕竟这青蓝宗是他相公亲手建立，他也会努力守住这份基业的。这个小师妹有多牛批，开局直接雷霆暴击，发现人不在竟然抱着大师兄的被子闻了起来，这变态的一幕看得大师兄人都傻了，这特喵的什么情况？难道三师妹被人夺舍了？为何女主们对猥琐反派大师兄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今天我林某人定要弄个一清二楚，抓他个现行。可三师妹闻着闻着就发现被子里好像藏了什么东西，然后就把师兄偷拍的留影翻了出来，顿时大师兄直接裂开，完了完了，昨天忘记把留影石收起来了，这下尴尬了，本大师兄的形象就这么没了。但下一秒他便反应过来，人家不是反派吗，要什么形象？于是大师兄一把推开屋门，三师妹你放肆，谁允许你闯进来的？只见三师妹一脸娇羞地看着大师兄，就算她是多么温柔的宝藏女孩，看到如此猥琐下流的师兄也是无法原谅的，打我骂我都行，最好再来个倒打一耙威逼利诱什么的，将反派直接拉满。下一秒三师妹便将手中的留影石咔嚓捏碎，大师兄若有此等爱好，为什么不能只看我一人呢？傻子才要做选择，正常人当然是全都要。而且三师妹可不要误会，大师兄只是为了监督你们的修炼情况罢了，你可不要多想。倒是你三更半夜溜进本师兄房间，到底有何贵干啊？三师妹支支吾吾的解释，师妹担心白天那狗贼叶晨伤了师兄，所以便来探望师兄。凌霄闻言一脸坏笑的靠近他，这么关心师兄还真是令人家感动啊。原著中凌霄被叶晨碾压之后，
三师妹还带着四师妹一起探望男主并道歉。结果现在三师妹因为担心他这个反派过来看望，难道这剧情又跑偏了？于是他打算强吻三师妹验证一下剧情是否跑偏。看到三师妹将他推开的场景，他终于放心了，这次的剧本总算是演对了。可下一秒，三师妹竟然主动吻了上去，这突如其来的反向操作令我们的大师兄猝不及防，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人家的初吻就这么没了？凌霄麻了，反应过来的他一把将三师妹推开，更是面露狰狞，死死地盯着他。人家是反派，不是男主啊，你清醒一点好不好？但纯情大师兄还是没有过多责备他，没办法，谁让我林某人终究还是太善良了呢？三师妹见状，一脸开森地扑进大师兄的怀里，我就知道大师兄不会怪人家的。这一次凌霄并没有推开他，反而是欣慰地笑了。除了在书中对他们的了解，还有这十几年来他亲眼目睹他们一步一步成长，曾经的三个爱哭包，现在都长大成为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表面上扮演着反派大师兄的人设，但暗地里的确为了这几位师妹做了不少事情。方才听微微说我对她很好，难道说我的马甲真掉了？不行，一定要向她问个清楚。随后他便一脸严肃询问起三师妹。三师妹，接下来师兄问你三个问题，你务必如实回答。第一个问题，在白天那北川王世子叶晨拜山之前，你可曾见过他？三师妹先是愣了一下，但紧接着害羞的回答没有。以凌霄对三师妹的了解，他从不说谎的。既然他说没见过叶晨，那绝对是素未谋面。大师兄只是问我可曾见过叶晨，而我是通过脑海中的剧本知道此人，因此倒也不算欺骗师兄。但大师兄越想越不对劲，白天叶晨挑衅我时，三师妹看向叶晨的眼色分明是充满着仇恨。要知道，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随后他又问出了第二个问题，今日见到叶晨之后，你对此人的感官如何？当听到这个问题，三师妹瞬间阴沉了脸。微微虽然不认识此人，但今日一见，对其做派为人极为不耻，恨不得……大师兄听到这个回答有些蒙圈，恨不得什么？三师妹见状，再说下去就要惹来大师兄的怀疑了，于是他连忙转移话题。大师兄还是问微微第三个问题吧，人家不想评价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这变脸的速度，三师妹怕是已经知道叶晨的真实嘴脸了。看来三师妹也对我有所隐瞒了。如果她真没有见过叶晨，那又为何会露出如此大的杀机呢？不行，得试探明白三师妹对叶晨是什么想法。于是他便向三师妹问道，你可愿意帮大师兄一个忙？我想让你去一趟天荡峰，为叶晨设下一个局，帮你家大师兄出出气。你若是不愿意就算了，当然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是试探一下三师妹的态度。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三师妹不仅欣然接下这个任务，更是想自己出手斩了男主。大师兄什么时候动手？需不需要给他留个全尸？看到这一幕，大师兄人直接傻了。听我说，师兄是跟你开玩笑的。完了完了，娇羞可爱的三师妹竟使用美人计来对付天命之子。此刻的男主正在房间内修炼，并成功提升到了筑基境。原来这一切的功劳都要归功于我们的石老传授的这套功法。不得不说，石老是我见过的最没有尊严的舔狗了。堂堂一个上界大能，被男主多次扎心后，竟还选择原谅男主并送上顶级功法。就在这时，一名弟子前来，叶师弟，神鸾峰的楚师姐来访。当听到楚幼薇前来，男主先是一愣，不顾石老的劝解选择前往，气得石老心里已经不知问候他多少次了。当男主来到天荡峰，便看见等候多时的三师妹。楚师姐不知深夜约我相见有何贵干吗？只见三师妹一脸害羞地说道，人家今日来是为了替我大师兄向叶师弟道歉，我大师兄今日出手没轻没重，害得你受伤，真是委屈叶师弟了。男主看着三师妹羞答答的模样，那叫一个猥琐。其实他不知道的是，三师妹只要一说谎就会脸红。三师妹调整了一番过后，继续开始了他的表演。其实一切都是我大师兄的错，他见我因师妹对你一见钟情便心生嫉妒，叶师弟你是无辜的，当然这一切都是骗他的。三师妹心中恨不得现在就斩了男主。叶晨闻言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果然这个女人她是懂我的，本世子有预感，从今夜开始之后，那人见人爱的天命之子光环又回来了。说着便上前打算给三师妹一个爱的抱抱，但被三师妹及时躲开。随后更是一脸自恋的表示，我知道楚师姐不是有心的，你只是太害羞了。三师妹见时机已到，于是提议要带她好好游玩一番，当作为大师兄略微赔罪了。还没等男主答应，三师妹便欲擒出发。叶晨见状也换出自己的飞剑，女人和我玩欲擒故纵是吧？这游戏我喜欢。令三师妹没想到的是，叶晨这一届武夫又刚刚入门，竟会这等仙家身法，猜测他背后定有高人指点。怎么样，心动了吧女人？我这一手可是用上了全部真力。这时三师妹突然停了下来，表示自己要去前面的灵泉沐浴一番，让她在此地稍等片刻。石老提醒她小心有诈，此地灵气充沛，像是一块极为稀少的先天聚灵地，通常这种地方都是宗门内提供给核心弟子，甚至只是长老们的修行宝地，咱们还是快快离去为好。可这时的叶晨面对如此诱惑，岂会离开？我堂堂气运之子，哪一次危机不是化险为夷？半个时辰后，叶晨在外面冻的是瑟瑟发抖，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不是说去前面的灵泉里沐浴吗？要不过去跟他打个招呼？而这时上方突然出现几名妹子在空中修炼，搞了半天原来此地是凤鸣峰的地盘啊。当他看到天女池三个大字，猜想楚幼薇肯定是在故意拖延时间等他主动过去。很快叶晨便一路寻找，终于发现一名女子正在灵池沐浴，随后一脸猥琐的向灵池跑去。楚师姐我来了。可下一秒迎接他的竟是洗澡水打脸，何方小贼竟敢擅闯我凤鸣峰禁地天女池？叶晨下意识咽了口唾沫，完了，
完了，这下真的完了。这个男主有多自恋，偷看人家妹子洗澡被发现后不选择逃跑，竟还主动上前搭讪，这难道就是来自主角光环的优越感吗？原来就在男主偷看妹子洗澡被打脸后，当场愣在了原地，只因他看到美女就走不动道的老毛病又犯了。石老让他赶紧闪，这女人是天生的修罗战体，杀气极重，而且实力远在他之上。男主则认为石老是在杞人忧天，表示自他出生起就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光环，并扬言只要是美女都对他难以抗拒，即便是这个小野猫也抵挡不了他的魅力。就当男主一脸自信向前搭讪时，妹子直接一剑向他斩来，你这偷窥狂还敢嬉皮笑脸，真是不知死活。此刻的男主才真正意识到面前的这个妹子不好惹，这霸道凌厉的剑意可不是他能够抵挡的，这女人是真的对他动了杀心。石老也是一脸无语，初见男主时他还并不是这样猥琐，从前的他满腔热血却不是缜密冷静，但自从遇到反派凌霄之后，他的人格也逐渐扭曲，这也让石老怀疑他可能不是天命之子，反倒是那凌霄气运极佳，更像自己要找的人。这时又有几位师妹出现，并认出了叶晨的身份，于是祝婉宁吩咐师妹先将叶晨压下去，将此事禀报师尊后再做定夺。躲在草丛后面的三师妹看到计谋得逞一脸开心，但想到祝婉宁长得又美实力又强，大师兄让他将叶晨引到此地，也正是因为了解祝婉宁的脾气秉性，猜测大师兄可能对祝婉宁芳心暗许。一想到这里，三师妹心里那叫一个气。凌霄也因还原反派人设成功获得了诸多奖励，更是自动领悟剑诀神通剑影苍龙真诀，可下一秒他就感觉情况不妙，叶晨怎么会被祝婉宁打成重伤呢？这不应该呀。根据原著剧情，三师妹拜访了叶晨，两人聊得正，还因此误入凤鸣峰的地界，和祝婉宁打了一架。叶晨因为三师妹的出手所以并没有受伤，但想了想这样也好，就叶晨这个狗男主以后有他再别想染指他的宝藏师妹。眼下三师妹确定人设崩坏，看来要走完反派大师兄的剧情线，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其他两位师妹了。接下来就是男主装逼打脸的第二大剧情，剑冢外的五脉会武。就在凌霄查看系统给他的道具后，他人直接傻了，大小神通如今共计87项，这特喵的是打算让他这个反派锤爆叶晨自己当男主吗？本打算删掉修炼经验包，不料这狗系统竟自动开启强制提升修为，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系统，不仅直接将他的境界提升到半步金丹境不说，还给他解锁了新神通。就在这时，三师妹突然推门而入，两人四目相对，场面一度陷入尴尬。害羞的三师妹隔着指缝大喊大叫道，大师兄你这个变态，为了将反派人设进行到底，凌霄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只见他一把搂住师妹，那猥琐的表情，一个字，绝。反派师兄竟将男主的后宫收入怀中，先是纯情三师妹主动投怀送抱，现在又来了个高冷二师妹千里追夫，左拥右抱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寂静的夜晚，凌霄带着三师妹来到神鸾峰赏月，看着天空中那优美的月光，三师妹一脸幸福，原来眼前的星空便是大师兄要送给我的礼物。凌霄告诉他，此地乃是神鸾峰观星赏月最佳之地，每逢他夜不能寐之时，自己就会来此处赏月。这时三师妹突然问道，为何大师兄会突然想到把叶晨引到祝师姐那里借刀杀人呢？并且如此断定叶晨一定会上当，以及祝师姐一定会出手伤他呢？凌霄一脸尴尬，表示自己这么做全凭直觉，要不然也不能说自己对祝婉宁的人设了如指掌吧。在原著中，祝婉宁天资无双，身负太古修罗战体，他对于为人轻浮桀骜的叶晨起初更是完全无感，但在接下来的五脉会武的剧情中，心高气傲的他被叶晨暴冷击败后就对其另眼看待。在剑冢副本，他二人被困秘境，为了逃出升天更是一起修炼了青蓝双剑，但很快凌霄就察觉到有些不太对劲，现在他俩提前见面了不说，祝婉宁还直接打伤了男主，结下仇怨，那后面他俩还能一起修炼吗？这时三师妹突然打断了他，既然大师兄心中郁结已除，那接下来就轮到师妹了。又是这突如其来的场景，这么可爱的三师妹谁顶得住啊？在这幽静的山峰，三师妹竟向凌霄当众表白，表示想做大师兄的道侣，不知大师兄可愿意否？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哪个男人会拒绝如此可爱的师妹呢？但现在这个时候，他一定要冷静，不能被福利冲昏了头脑。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搞清楚三师妹为什么人设发生了改变。凌霄害羞地问道：“难道你家大师兄还不够猥琐，不够讨厌吗？”要知道他在神鸾峰里没几个人真心待见他，平常温柔可爱的三师妹一脸严肃地表示，他永远不会忘记入山的第一日，他绝望无助的时候是大师兄给了他温暖，还有六岁时不小心弄坏琴弦是大师兄熬夜帮他修好的。凌霄麻了，三师妹怎么什么都知道啊？表面上维持反派人设，暗地里却做着暖男的事。凌霄怀疑是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自己背后做的事，所以人设才发生了改变，难道说此时此刻的三师妹并不是喜欢书里的反派凌霄，而是当下的自己？还没等凌霄反应过来，三师妹竟主动将大师兄搂进怀里，大师兄你愿意接受微微的心意了吗？凌霄刚要回答，却被三师妹再次亲吻，而这尴尬的一幕也恰巧被前来的二师妹尽收眼底，三人顿时愣在了原地。凌霄见状今天豁出去了，还不等二师妹拒绝便将其一把拽进怀里，果然当反派才是最快乐的事。其实凌霄的内心慌得要死，为了将反派人设进行到底，凌霄打算先把他们灌醉，就是看师妹们的样子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男主的后宫竟打算对反派师兄霸王硬上弓，原来大师兄的秘密早就被二师妹发现，二师妹从小家破人亡，后被师尊带回神鸾峰收为弟子，二师妹每日刻苦修炼只为早日变强报仇雪恨，而凌霄小时候却只知道欺负二师妹，每次在师妹练剑时就会一把抢走师妹的宝剑，即便被抓还是一脸嚣张的小表情，表示不就是拿他的剑玩一玩吗？
他的剑又钝又重，人家才不想要呢。二师妹的手也因每日过度练剑磨得满是伤痕。其实大师兄这样做只是不忍心看他受伤罢了。溜走之后的大师兄路过三师妹的房间时，发现三师妹正在房间内痛哭。原来是因琴弦断了而伤心。大师兄走上前来表示，是他偷偷剪断的琴弦，原因就是因为三师妹弹琴太吵，吵得他晚上睡不着。得知琴弦是大师兄故意损坏后，三师妹哇哇大哭。大师兄见状，于是拿出他一直想要的琴谱。 当做赔礼道歉，谁知琴谱内容却是一片空白。我们这个大师兄从小就这么坏坏的，即便在睡梦中，三师妹也不断想着他的琴弦。嘴中不断咒骂着你个坏蛋大师兄。大师兄为此也表示很无奈。为了维持反派人设，他也没有办法，只能对不住师妹们。为了不让三师妹太过伤心，凌霄连夜修补了琴弦。当清晨起来看到床边修好的琴弦，三师妹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可当他酒醒过后，却发现自己被捆绑起来。只见二师妹一脸病娇的模样看着自己，凌霄也没想到他竟然喝断片。上一秒还在和两个师妹看星星看月亮。 下一秒就被师妹捆绑，这可喵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师兄，你看咱们又为师妹多训了，看来只有小龙能陪师兄一醉方休了。我善良温柔的大师兄啊，这些年你一定演得很辛苦吧？大师兄麻了，难道自己的演技早就被二师妹看穿？二师妹的定情信物有多牛批，竟将自己的贴身之物当做定情信物，被推倒的大师兄一脸害羞。二师妹则表示，如今师兄不用再隐藏自己了，你的秘密人家早就知道了。大师兄看着二师妹一脸病娇的模样，怕的要死，畸形的爱人家不喜欢了，但一想到自己可是个反派。 于是酝酿一番过后，开始了自己的表演。二师妹，你大胆，这帮放肆就不怕师兄今晚狂性大发吗？你可知道，你师兄发起飙来，连自己都怕。其实二师妹早就看穿了一切，明明内心善良温柔，却努力想要扮演一个好色猥琐之徒。大师兄，你真的是太可爱了，谁知下一秒，二师妹竟强吻了上去。凌霄麻了，这特喵的真是令人猝不及防呀！借着微醺般的感觉，二师妹竟脱下了她的丝袜，遮在了凌霄的脸上。大师兄既然偷了师尊的丝袜，想必一定很喜欢女孩子的衣物吧？这是人家特意送给大师兄的定情信物。凌霄麻了。 他怎么知道人家偷拿了师尊的东西？凌霄猜测这个未免从一个时间线开始，剧情就已经彻底崩坏了，一切都是命运石之门的选择呀。此时二师妹酝酿已久的喷嚏终于打了出去，这时她似乎有些清醒起来，看着这尴尬的一幕，连忙解释刚才喝的有些头昏，这才冒犯了大师兄。凌霄一脸无语，气氛都烘托到这，你给我掉链子。这时二师妹一本正经的说明了此次来意，那就是下个月的五脉会武，咱们各脉内部将会定下最终出战的人选。她请求凌霄跟往届一样不要出战，由她姐妹三人代表神鸾峰。 若是那个叶晨再敢狗胆包天挑衅大师兄，由他亲自出马教训即可。大师兄闻言一口回绝了这个提议，表示自己身为首席岂能躲在几位师妹的身后，并扬言叶晨再敢叫嚣，他必上台打得此子，连他亲妈都不认识他，就连临走时还不忘小装一下，表示现在的他已无敌手。凌霄心中早已暗自发誓，这次五脉会武他定要抓住机会被叶晨成功打脸，毕竟这么好的机会他怎能容许剧情再次崩溃呢？看着大师兄离去的背影，果然大师兄拒绝了，也就是说师兄真的会像天道觊觎言的那样，与叶晨比试走上不归路吗？ 但想到白天的收徒大人，大师兄一见碾压叶晨扭转了命运。他对大师兄有信心，接下来的五脉会武一定会再一次改写命运的。看着早就醉得不省人事的三师妹感慨道：“师妹啊师妹，只要今后你不跟师姐抢大师兄，师姐还会疼你的。希望我们不会有反目成仇的一天吧。”天选之子竟差点死在自己的后宫手中，原来被套路的男主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之中。此刻的叶晨犹如丧家之犬，将这一切都甩锅给凌霄。要不是他派楚幽为使用美人计，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时，师老让他别狗叫，有位半步化神的强者来了，看样子怕是要来处决你的执法堂太上长老。下一秒，砰的一声，牢门竟被直接踹开，来人正是苏寡妇叶世子。你总算落在本座手上了，说吧，你想怎么死？看到浑身杀气的苏妹男主被吓得瑟瑟发抖，连忙求助师老救命。这女人是真的要对自己下杀手呀？见师老一言不发，于是叶晨便开口威胁：你如今已残魂寄生于我，我若身死，你也没好果子吃；你若今日救我，从今往后什么都听你的。苏妹看着男主的这副嘴脸，只觉得十分恶心。 记忆里那大气运加身、搅动青蓝宗乃至整个中州大陆的天命之子，难道就是这副贪生怕死的德性吗？你这个疯女人，你使得并非仙门法术，而是魔修的伎俩。此时的苏妹已经接近疯狂的状态，什么天道记忆，什么悲惨下场，她今日就要打了男主扭转乾坤。就在男主即将挂掉的时候，石老突然出手将男主从苏妹手上救走。苏妹也猜到了救叶晨之人应该是记忆里提及过的神秘高人，可惜剧本只是勾勒出了大概的未来图景，叶晨背后的高人到底是什么来头，还从未展示。 想到接下来的五脉会武，如若不阻止叶晨后果不堪设想，回想之前凌霄在剧本所作所为，本应是一名郁郁而终的小人物，但却在收徒大典上改写了自己的命运。猜测凌霄就是改变整个局面的关键棋子。只见苏妹露出一脸病娇的模样，她发誓这次一定要把凌霄牢牢抓在自己的手心。此刻的男主正在疯狂逃命，石老则在一旁继续劝他借此机会离开青蓝宗。身为天命之子，以后的机缘也不会少的。等修成大果，挣到神王，再回到此处覆灭青蓝宗，岂不美哉？只见男主停下脚步，扬言自己乃是天命之子。 与他作对的都得死，否则这天命之子不当也罢。你我不过是各取所需，何必将自己说的那么伟大？无奈的石老也只好再次低头，随后便问起男主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而男主自然是要将凌霄与楚幽为合伙陷害他的事情告诉元义老道，让凌霄为此付出代价。石老这时提醒叶晨，那元义老道身上夹杂着一股上古邪魔之息，搞不好此人是八大宗门安插在正道的奸细。叶晨闻言竟哈哈大笑起来，正好与这家伙联手一起灭了青蓝宗，只要他一封书信，他那没有血缘关系的美少女妹妹叶轩儿就会率领800000北川精骑配合魔门势力一举将青蓝宗踏灭。此刻的石老已经是对男主失望透顶，正邪不分，善恶不变，此子没救了。随后他便想到那位隐藏在青蓝宗截胡叶晨气运之人，或许抱此人大腿还算不错。天命之子竟阴差阳错拔出了魔剑，原来逃跑后的主角意外来到剑冢秘境，石老一眼就认出了这里。剑冢秘境是青蓝宗专门用来给本宗弟子铸就本命灵剑，十年才会开启一次。男主闻言也就是说里面有很强大的武器了。石老一脸兴奋，告诉叶晨只要能成功得到一把，对修士本身的实力内将是质的提升，所以每年才有这么多人要拜入青蓝宗。石老感受到剑冢内有一股神秘的精纯力量，猜测里面可能是叶晨的大机缘。叶晨闻言一脸兴奋，前一秒还在被人追杀，后一秒就碰上此等机缘，这才对得起他天命之子的身份吗？可这时石老突然拦下他，只因怕剑冢内危险重重，凭他现在的实力进去只有死路一条。叶晨则认为常年关闭的剑冢因他的到来而打开，这分明就是为他而特设的机缘，有了这机缘他定能将凌霄狠狠踩在脚下。最终叶晨不顾石老的劝解还是进入了剑冢内，在两人的不断探索中，石老终于找到了那股神秘力量的源头。就在打开石门的一瞬间，叶晨就飞快地冲了进去，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柄诡异的魔剑插在棺材之上。石老不解为何仙宗内会有魔族的武器，可叶晨则不管那些，只有此等魔兵才配得上本世子的身份。这时石老再次阻止叶晨不要轻举妄动，提醒他这魔剑有极其邪恶的镇压封印，此情此景必有重大隐情，不是他能把握的。叶晨闻言恶狠狠地盯着身后的石老，他把握不了，那你觉得青蓝宗内抢走他气运的那厮能有把握吗？石老无奈地告诉他，对比目前的气运情况，确实那人或许有把握。男主闻言当即暴怒，凭什么他可以，我就不行？今日就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当叶晨拔出魔剑的一刹那，棺材内的魔气蜂拥而出，石老也在这时感觉到来自上界的气息。此刻的叶晨已经接近疯狂的状态，扬言这就是为他特设的大机缘，扭转乾坤指日可待。下一秒萧红绫就出现在男主的身前，此刻的叶晨一脸懵逼，凌霄的师尊怎么会在这呢？这时萧红绫才缓缓开口说道，你果然能解开这个封印，不枉人家引你到此处。而凌霄看着裂开的茶杯，一种不妙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堂堂爽文男主天命之子，明明天下的女子都该倾慕于他，可如今这一切都成为反派大师兄的。其实上一世的叶晨在拔出魔剑后，青蓝宗的祖师娘娘月姬便就此出现，并将青蓝宗祖脉之力传授于男主，作为助他解除封印的报答。自那之后，叶晨便暴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如今的青蓝宗沦落至此，全都是拜他所赐。这时男主也不再掩饰，扬言只要师尊带着师姐们老老实实顺从于他，他就会帮其保住青蓝宗，如若不然便屠灭青蓝。时间来到叶晨入剑冢之前，萧红绫按照天道记忆来到魔剑所在位置，他不解到底是谁将月姬封印于此，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既然他已经提前知晓，那自然不能如叶晨所愿。这魔剑可是叶晨的机缘，所以他必须提前拿走，这样叶晨的人生就将止步于此了。可萧红绫使出浑身解数，魔剑依旧纹丝不动。果然这把魔剑只有真正的气运之子才能拔出，于是他便想了个办法，那就是将叶晨引入剑冢，让其拔出魔剑，他在半路截胡，这样叶晨所有的努力便会功亏一篑。时间来到叶晨拔出魔剑后，萧红绫也在此时霸气登场。石老见状连忙提醒男主情况不妙，叫他赶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谁知男主两眼冒光，将半路杀出的萧红绫当作他的机缘。石老麻了，你小子还真是油盐不进啊，面对如此妩媚动人的师尊，身为天命之子的他也沦陷了。此刻的叶晨心中暗想，只要能拿下萧红绫，凌霄那个仙棍还不俯首称臣。就在他白日做梦时，萧红绫一把便将他丢飞了出去，并嘲讽叶晨要有自知之明，能让他萧红绫高看一眼的唯有他的徒儿凌霄，至于你又算个什么东西。此刻的叶晨内心被打击的已经不成样子了，明明自己才是气运之子，天下的女子本都该爱慕于他，可这一切凭什么都变成凌霄的？石老让叶晨快逃，他已经感觉到萧红绫起了杀心，可叶晨似乎还没搞清楚状况，以为自己是气运之子，绝不会轻易狗带，谁知下一秒便被萧红绫打飞了数米之远。而此刻的萧红绫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灭了叶晨，改写青蓝宗的命运。谁知就在长剑即将刺中叶晨时，拥有天道庇护的叶晨再次化险为夷，并降下天雷重伤了萧红绫。天命之子竟被师尊打成猪头，就连戒指中的石老都被揪出来一顿胖揍。就在萧红绫打算一剑解决掉男主时，竟意外受到天道庇佑降下的惊雷，身受重伤。此刻的男主感觉自己又醒了，小爷我果然是气运之子，想要对我出手，这下遭老罪了吧？想到萧红绫刚才对自己的羞辱，他今日必报此仇，要不他还算得上男人吗？萧红绫也在这时拖着重伤的身体艰难站起，即便浑身是伤，他也要干掉叶晨。可每一次想要对叶晨动杀心，就会被天道庇护惩罚。此刻的叶晨一脸猥琐，放弃吧萧仙尊，人家会让你死得其所的。随后将魔爪伸向了萧红绫，萧红绫内心无比自责与不甘，这一世他终究还是保护不了他的宝贝徒儿。谁知就在叶晨即将得手时，随身佩戴的玉佩突然亮起，天道庇护竟然消散了。这时石老赶忙提醒叶晨小心，
天雷被化解了，但叶晨此人依旧不慌，并出言提醒萧红林，若是敢对他下杀手，还会有第二道、第三道天雷接踵而至，扬言这世上已经没人可以阻止他了。而萧红林这次并没有打算出手灭掉叶晨，虽说杀不得，但是还打不得吗？随后便对着叶晨一顿猛踹，发泄着心中的不满。此刻的叶晨已经被打成了猪头，真是惨无人睹呀。临走之时还将今日的记忆从叶晨的脑海抹除，可就在萧红林离开时，突然又折返了回来，差点就忘记你这老家伙了，真是同情时老呀。跟着天命之子混十天做九顿，我愿称他为最惨的天使投资人。月姬也在此时主动现身，他们本想提前诱骗叶晨来此地，神不知鬼不觉将其击杀，不料气运之子的天道居然逼迫叶晨到如此地步。好在萧红林身上这枚玉佩替他挡下了雷劫，而这玉佩乃是凌霄小时候亲手送给萧红林的。看来冥冥之中天意已经发生了变化，月姬猜测唯一能阻止叶晨的看来只有凌霄了，为今之计也只能在剧情到来之前，他们二人尽快为凌霄铺好接下来要走的路才行。三纯傻白甜的四师妹竟突然闯进了反派师兄的房间，将大师兄看了个精光。此刻的神鸾峰高级弟子宿舍内，大师兄正在房间泡澡，他没想到二师妹隐藏挺深啊，看着冰清玉洁，御姐范十足，但没想到还有两副面孔。本打算洗完澡睡个回笼觉，四师妹竟突然闯了进来。大师兄，师尊让人家通知你去一趟龙首峰，那个叶晨在掌教真人面前声泪俱下控告你跟三师姐了。凌霄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好像没穿衣服，真是当场社死呀。但遇事不决，反派文学，反正自己是反派怕个锤子，于是开始调戏起四师妹来。可单纯傻白甜的四师妹对凌霄的花言巧语完全不懂，凌霄也是一脸无语，若是二师妹和三师妹在此，恐怕已经羞红了脸。他是真的什么都不懂啊，果然是原著中最纯真无邪的小天使啊。为了还原反派人设，他竟然对如此单纯的小师妹说出这等不要脸的话，真是心痛啊。于是连忙将小师妹请出房间，自己先去穿个衣服。关上房门的小师妹一脸病娇的模样，大师兄的身材好棒呀，他发誓一定要在五脉会武时灭掉叶晨，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得到大师兄。另一边，睡梦中的祝婉宁也在此时觉醒了天道记忆，记忆里青蓝宗弟子死伤无数，叶晨却让他赶快去救萧红林和其余的几位师妹。看着如此虚伪的男主，祝婉宁真是对他厌恶至极，若不是叶晨一路上故意耽搁时间，青蓝宗怎会落得如此下场。如今只有萧师叔和三位师妹正在血战，为了救下萧师叔和神鸾峰的师妹们，即便他多么不愿与叶晨为伍，还是同他一起开启了护宗大阵。你的师妹是活下来了，可他的师尊和师妹们却全部惨死。就在叶晨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时，殊不知萧红林和师妹们已经看清他虚伪的嘴脸。一阵敲门声也将睡梦中的祝婉宁惊醒，原来是叶晨现在控告他跟神鸾峰的三师姐合谋，所以掌教叫他去一趟龙首峰对峙。如今觉醒天道记忆的祝婉宁也在心中暗自发誓，一定不会放过这个该死的叶晨。他现在唯一不解的是，萧师叔口中的萧儿是谁？高冷无双的祝师妹竟也对反派师兄芳心暗许，更是主动站出来为凌霄开脱。此刻的龙首峰宫外，小师妹让凌霄快点进去，省得叶晨在里面添油加醋。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叫住了凌霄，而来人同样是被叫来对峙的凤鸣风苏寡妇座下大弟子祝婉宁。原著中祝婉宁可是男主费尽心思才撩到的极品后宫。只见大师兄一脸猥琐的看着面前身穿黑丝的祝婉宁，这可把身旁的小师妹气得要死。以原著里祝婉宁对叶晨的感情，看来是想商量对策如何圆满的将叶晨救出，谁知祝婉宁竟也不按套路出牌，指责叶晨此人色胆包天，擅闯天女池，咱们身为首席大弟子必须联手严惩此人，最好让他永世不能翻身才行啊。凌霄闻言直接愣在了原地，但随后表示自己行事做人光明磊落。叶晨虽然有罪，但自有宗门铁律判定，并请求祝婉宁不要落井下石。身后的小师妹一脸不爽，大师兄什么时候这般正义光辉了？而大师兄则一步不敢停留，带着小师妹开溜，生怕再和祝婉宁掰扯下去使剧情跑偏得更加离谱。祝婉宁看着离去的大师兄竟害羞了起来，他没想到大师兄如此刚正不阿，与他想象的不一般啊。与此同时，神霄宫掌教大殿内各峰首座早已齐聚，凌霄刚一到场，叶晨便开始飙戏。看到这一幕，凌霄是一脸无语，原著里独断万古的叶神王竟被他这个喽啰反派击败后，对着魔门间谍下跪痛哭，而凌霄现在能做的也只能尽最大可能让这货活到五脉会武。随后给叶晨来了一个国际手势，而他也在刚才跟男主对视之时感觉不到那股天命之子自带的强大压迫感，难道是这小的气运开始衰败了？这时掌教询问凌霄为何楚幽薇没有到场，凌霄回答三师妹昨晚恋情过度伤了心脉，所以在宿舍歇息。随后便开始审问凌霄昨晚是否指使楚幽薇将叶晨骗到天女池。凌霄马了，要怎么说才能撇清他的关系，又不至于将叶晨弄死？胖子老道让叶晨放心，以他这些年在宗内积攒的人员，今日若没人提凌霄出头，他必死无疑。谁知下一秒苏寡妇竟站了出来，表示今日萧红林没来，他便替其做个主，亲自为凌霄站台撑腰。凌霄也在此时感动的要死，叶晨则是满脸不甘，他好恨呀，凭什么凌霄这个仙棍运气这么好？而他也在此时有了个大胆的猜想，凌霄该不会就是石老所说的那个截胡他气运的位面之子吧。随后苏寡妇便在大殿上和凌霄一唱一和，苏寡妇本想帮凌霄开脱，不料竟承认昨晚派三师妹替他去向叶晨道歉，因为凌霄深知三师妹那晚去天荡峰找叶晨，大概率会与天荡峰的其他弟子碰面，与其遮遮掩掩还不如大方承认。但紧接着凌霄解释他的本意只是让三师妹替他缓解和叶晨的仇怨，没想到三师妹竟一脸急迫地找到了他，
说是与叶晨不小心走散了，并且四下寻找都没发现叶晨的身影。这番牛批的反向操作不仅让大家相信了这是一场误会，更令弟子们投来崇拜的目光，对待手下败将也如春风般温暖。林首席真乃真君子也，这可把一旁的男主气得牙痒痒。明明是故意设计陷害，现在却变成了前来道歉。苏寡妇闻言当场暴怒，这可把叶晨吓得直打冷战。好在胖子老道出来打圆场。苏寡妇随后询问凌霄谁能给他和师妹作证，凌霄也一时回答不上来。可就在此时，前世本是男主后宫的祝婉宁突然站了出来为凌霄作证。天命之子竟向反派师兄低头道歉，谁知下一秒就被师尊当场推了。就在刚刚，祝师妹突然站了出来为凌霄证明，在扣押叶晨之时，确实见到神鸾峰的楚师妹在问其他弟子可曾见过叶晨。此话一出，直接证明了这场事情是一场误会。祝婉宁虽不曾与凌霄谋面，但在天道记忆里，得知他慧眼独具，是最先识破叶晨此人的虚伪面目。因此，他打算趁着这一切尚未发生，与大师兄一同并肩作战，将叶晨送往地狱。叶晨闻言当场暴怒，指责几人都是一伙，随后又飙起了演技，苦苦哀求在座各位首座长老替他做主。凌霄见状是一脸开心，这鬼火小青年没想到在关键时刻挺会看碟下菜的嘛，可惜你还是太年轻了。只见凌霄一改常态，化身正道的光，叶师弟，我知你情绪激动口不择言，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遭受委屈构陷无辜，如此又如何能铸就一颗清净刚直的道心。这番夸张的表演也成功征服了在场的吃瓜群众，本想再为自己辩解的叶晨被胖子老道一把堵住嘴，只见他一脸黑线，让叶晨就此承认此事是个意外，今日之仇他日为师定会助他血债血偿。于是胖子老道也借坡下驴打起了圆场，解释整件事都是个误会，并让叶晨服软主动握手言和道歉。叶晨一脸不甘，明明他才是本次事件的唯一受害者，都被打成猪头了，到头来还要跟这个仙棍低头道歉。但大丈夫能屈能伸，虽有万般无奈不甘，最终还是当众向凌霄道歉。凌霄见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于是打算握手言和，谁知下一秒叶晨竟被师尊当场 KO。 萧红林赶忙来到凌霄面前，扬言今日只要有为师在，这青蓝宗便无人敢动凌霄分毫。叶晨麻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自己呢？凌霄赶忙向师尊解释，都是误会，刚才人家叶晨是走过来握手言和的。一脸尴尬的萧红林连忙带着凌霄返回了神鸾峰，留下独自一人的小师妹在此。小师妹一脸不爽，师尊一来，师兄的眼睛就再也没有人家了，明明是人家先来的。几位首座见萧红林越发没有章法了，于是打算派出一人前去敲打一下。苏寡妇直接毛遂自荐，正好她对凌霄师侄的资质很是欣赏，师妹的脾气秉性她也最清楚不过了，这件事就交给人家好。苏寡妇深知若再不出手，凌霄怕是要被萧红林拐走了，她绝不允许到嘴的猎物再飞走。反派师兄竟向师尊当众表白，而这突如其来的告白也令师尊开心不已。自证清白过后的凌霄第一时间便被师尊带回了神鸾峰。萧二，咱们总算回家了，不用害怕别人欺负你了。此刻凌霄内心无语到了极点，我特喵的是害怕您老疯狂改剧情了，一言不合就 KO 天命之子。师尊看他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凌霄连忙解释，劫后余生现在开心还来不及呢。萧红林深知他心中不满，觉得今日为师多此一举了，心情也变得格外低落。凌霄也在此刻爆发，觉得萧红林今日有些偏激，虽然叶晨不是什么好人，但他确确实实没有伤害人家的意思，师尊不分青红皂白就将他打成重伤。凌霄说完这些肺腑之言后，内心慌的一批，早就做好被师尊一巴掌拍飞的命运，谁知师尊竟没有反应，而是站在原地痛哭了起来。萧红林没想到这一世从不在意任何人的看法，但是凌霄竟如此看待他，他今日只是想保护他心爱的徒儿，这难道也有错了吗？想到之前月姬所说，难道凌霄真的对他没有一丝情感吗？而今日就让我们的缘分止步于师徒吧，没有幻想就不会受伤。谁知就在他伤心欲绝时，凌霄竟突然从身后抱紧了他，什么反派师兄，什么飞升成仙，剧情崩坏都先一边去吧，师恩浩荡，做人若不能知恩图报，跟咸鱼又有什么分别呢？随后凌霄说出了那一日师尊问他的问题，只见大师兄一脸深情地表示自己愿意一生一世陪伴在师尊左右，一直到永远。师尊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告白整得不要不要的，他没想到凌霄这小子竟然这么会撩。凌霄看到师尊开心的就像个小女孩，他发誓飞升成仙之前绝不会再让师尊落泪。莲花洞府内，萧红林一脸严肃交代凌霄，在接下来的五脉会武要让他大杀四方，名震整个东域修真界。大师兄无语到了极点，师尊怎么又开始改剧本了？凌霄连忙自嘲起来，徒儿资质平平，这辈子看来是成为不了一代天骄了。萧红林看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那叫一个气，得知凌霄心中所想，他也很是感动，于是主动提出要帮凌霄脱胎换骨，这样也能让他更长久的陪在他与三位师妹身边。只是这个办法可能会令萧红林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原著中曾经提到过师尊乃是上界太阴见地转世，难道师尊真的要给自己一套大造化？可人家离成仙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人家真的不需要了呀。于是连忙拿出美酒转移话题，师尊这就是十大珍稀仙酿之一的镜花青酿，今日我们不醉不归，好在有这么个道具令他逃过一劫。果然美酒才是师尊的真爱，反派师兄竟对师尊做出如此可爱的事，更是在临走时偷偷亲吻熟睡的师尊。前世的大师兄在五脉会武时，因不满之前被男主羞辱，所以偷拿师尊的绝天黑莲打算找回场子，谁知竟被师尊发现，斥责凌霄竟敢擅自盗用绝天黑莲偷袭同门，真是太令为师失望了。凌霄连忙解释叶晨此人的话不能相信，可师尊已经对凌霄失望透顶，并将其带去撕过崖面壁。凌霄心中虽有万般不甘，但最令他心痛的还是师尊对他的态度。其实凌霄不知道的是，萧红林以剑意灌顶为条件才赦免了凌霄的过错，
谁知当他来到思过崖，却发现自己的宝贝徒儿竟自绝于此。每当在睡梦中想到前世发生的一切，他就不由落泪。萧儿，这次为师绝对不会再让之前的悲剧重演。凌霄也没想到系统奖励的美酒居然如此好使，就连师尊这个酒鬼都醉了。看着被灌醉的师尊，凌霄一脸坏笑，这要是不做点坏事也太对不起他反派的身份呀。随后他便将接下来的作死道具绝天黑莲弄到了手。按照原著剧情，在五脉会武之前，凌霄为了碾压叶晨，鬼迷心窍的潜入师尊的洞府，偷取了神鸾峰的禁忌法宝绝天黑莲。也是因为这个契机，师尊才对他大感失望。这次他不仅要带走绝天黑莲，还有一件事他一直想做，那就是趁师尊熟睡好好捏捏他的小脸。这手感真的绝了。做完这一切的凌霄临走时一脸深情地亲吻师尊的脸颊。殊不知萧红绫其实一直都在装睡，他没想到凌霄竟会偷偷亲他，而且还这么的熟练。月姬也在此时突然出现，居然真被萧红绫算准了。凌霄这小家伙还真会偷拿法宝，好在萧红绫早就有所防备，让月姬进化了绝天黑莲的凶煞魔气。如今的绝天黑莲已经蜕变成为了真正的天阶法宝九幽青莲，月姬竟也看不透萧红绫，难道是他记忆里有着天道遗落的预兆法则？这才窥探了几分未来。萧红绫闻言只是窥探，怕是远远不够。之前月姬前辈曾说，那叶晨是身负上界大气运之人，若想彻底抹杀他，必须先的榨干他的气运。月姬告诉他，眼下好像就出现了一些转机。原来就在凌霄进来之时，月姬便嗅到凌霄身上有一丝来自上界的金色气运。萧红绫闻言一脸震惊，难道萧儿也是来自上界的气运之子？其实凌霄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月姬猜想，他应该是在萧红绫的默默付出之下，不仅开始扭转了自己的命运，更是要逆袭反噬天命之子了。病娇师妹竟向反派师兄当众表白，更是一言不合就强吻师兄。身为反派大师兄的凌霄自然也不甘示弱，小师妹八岁时便被长老每日严加训练，整日里就是面对凶猛的灵兽让其臣服。每当小师妹受到威胁，凌霄就会出手相救，但依旧逃不过凌霄的贬低嘲讽。小师妹真没用啊，关键时刻还得看人家的，就连教他御兽的长老都对其失望透顶，真是胆小如鼠，不适合做一名御兽师。可即便这样，小师妹依旧不愿放弃，只因她要亲手灭掉那个害死她父母的妖兽。夜晚，小师妹被一阵声响惊醒，当他走出屋外，竟发现那头杀死他父母的妖兽居然被人斩灭了，而灭了那妖兽之人正是每日捉弄他的大师兄。曾经弱小的四师妹如今已能号令如此高等级的妖兽，这一切多亏了他心心念念的大师兄。当凌霄在身后偷摸捏捏小师妹时，小师妹便猜到来人正是他的大师兄，只因大师兄的呼吸和气味，小师妹都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凌霄一脸欣慰，这才是他纯真可爱的四师妹。那天那个统御万兽、扬言踏平青蓝宗的黑化病娇一定是幻觉。这时小师妹一脸激动，表示有一件礼物要送给大师兄。就这样，小师妹不知牵着凌霄走了多远。当凌霄拿下白沙，天空中全是小师妹为他准备的七彩火凤。看到这一幕的凌霄极为震惊，这可是放眼整个昊土都极为稀有的上古先天灵兽了。难怪原著里暗示说，真正能毁天灭地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小萝莉。凌霄一脸不解，为何师妹要送他这些。小师妹害羞地表示，殷殷问过大师兄最喜欢的灵兽是什么，大师兄说喜欢的是这世间最珍稀难寻的东西，所以他便想到了这七彩火凤。此刻凌霄内心感动不已，其实凌霄当初所想是想要与家人团聚，他没想到自己随口一提的一句话竟让小师妹牵挂了这么久。小师妹见凌霄低头不语，以为送的礼物不合心意，于是连忙向大师兄道歉。大师兄历来对御兽没有兴趣，又怎会喜欢这群凤凰呢？谁知下一秒，凌霄竟一把将小师妹搂进怀里，并表示这礼物他好生喜欢。小师妹闻言开心的飞起，人家最喜欢大师兄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反派师兄竟也在此时害羞了起来。最终小师妹深情一吻告别单身。凌霄麻了，这还是他纯真无邪的小师妹吗？他一个反派都自愧不如啊。为了维持他猥琐的反派人设，凌霄直接反客为主，接下来便是他的主场了。谁知小师妹一脸病娇的模样，表示大师兄这些年都是同一套狠话，也不嫌累。突然天边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声响，打断了两人的对话。只见天空之上，七颗五彩斑斓的光球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陨落，最终七道光球撞击在了不远处的太仓山上。这时凌霄才反应过来，那地方好像是青蓝六圣居住的太仓山。完了完了，这下真的完了，天命之子竟被石老无情抛弃，莫欺少年穷现在也不好使。此刻的青蓝宗之巅的太仓山，青蓝仙宗剑圣太武真君一脸惆怅，原来是天道并未回应他们的祈愿，七星齐命阵彻底失败了。太武真君表示五脉会武即将开始，本届夺魁者乃是天选之人，于是吩咐道士将其带来太仓山，他将亲自传授本门至宝抵御魔门的威胁，这也是他作画之前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太武真君得知萧红绫最近都在指点弟子修行，一脸欣慰，随即下令带他作画飞升。之后若盘龙深渊里的邪魔冲破封印，一切为萧红绫马首是瞻，只因他知道萧红绫才是青蓝宗最大的底牌。与此同时，大师兄想到那一项应是七星齐命阵，根据原著剧情，五脉会武前夕集所有长老之力，以青蓝禁忌古法七星齐命阵为即将陨落的剑圣太武真君延续寿元，在青蓝宗也唯有他能勉强和师尊这位太阴剑帝转世打拼。为何这位河道境的大能会提前陨落？只因他常年消耗本源镇压宗门禁地里的大宝，也就是胖子老道的师尊天云血魔。凌霄没想到剧情竟崩坏成这个样子。按原著剧情，在男主取得冠军后，便被前往盘龙深渊找到那柄青蓝法剑，并在那里获得他的第二个机缘，来自上界的大美人月姬。可现在青蓝法剑被系统强行塞给了凌霄，那男主要拿什么去抵御魔门呢？想到这里，凌霄便一脸黑线。小师妹见状，连忙上前安慰凌霄：“大师兄别担心，人家会保护师兄的。”
此刻凌霄内心挣扎无比，只有熟知剧本的他才能轻松吊打邪魔，保护师尊和师妹们的安全。另一边，被萧红绫打成猪头的男主正在发泄着心中的不满，更是扬言待他崛起之后定要将凌霄抽筋扒皮。石老见他都这样子还是不愿放弃，也是一脸无语，早就告诉他绕过青兰宗此时照样是身怀大气运的天命之子，并提醒男主他到青兰宗后遇到的所有女子都无时无刻绞尽脑汁想送他归西，反而是那个他最痛恨的凌霄一直在绑他。叶晨闻言一脸不爽，感觉石老无非是想借机嘲讽他罢了。石老见状也不再多说什么，打算最后再帮他一次，祝叶晨在会武上夺得魁首。言尽于此的石老回到戒指内后便一言不发。叶晨见状连忙道歉，并给石老画起了大饼，待他正道之日定会帮其重铸肉身。可惜石老这次是真的心灰意冷了，即便他怎么样苦苦哀求，石老依旧没有理会。就在此时，胖子老道突然来访，见面就是一顿浮夸的演技。叶晨也不傻，让其有话直说就行。胖子老道打算和叶晨通力合作，如果能得到叶轩儿80万北川惊奇的帮助，何愁大事不成？叶晨一脸惊讶，他怎么知道自己还有个妹妹？叶晨表示合作可以，但希望他能答应自己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月后的五脉会武，他要代替天荡风出战，并让其放心。半月过后，他不仅伤势恢复如初，实力修为更能鲤鱼跃龙门。胖子老道虽然不愿，但想了想，好歹也是个天命之子，搞不好还真有什么底牌。胖子老道告诉叶晨，本脉首席弟子，你的陈峰师兄一向为师请求出战，另外两个名额已经定下，这件事情有些难办了。叶晨表示师尊无需为难，半个月之后他要与陈峰切磋比试一较高下，争夺五脉会武资格。当过反派的都知道，小生活那叫一个逍遥，每天日常就是睡觉摸鱼平躺，回到房间的凌霄那叫一个不爽，先前二师妹劝他别参加五脉会武也就算了，现在连小师妹这丫头都跑来劝他，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啊？这个大师兄前几届都是当缩头乌龟，这次他们为何如此笃定他会参加呢？但此刻凌霄最关心的还是，从刚才开始他的慧根隐隐约约有几分灼烧的痛感。凌霄一脸害羞，完了完了，情况好像不妙了。下一秒金色莲花浮现，由于在十枚聚气散的加持下，系统自动为凌霄开启高速无内耗修炼模式，并突破至金丹境初期。凌霄一脸无语，人家主角叶晨都在老爷爷的指点下一步一个脚印的升级，他一个反派直接给整成了金丹大修士，到时候在五脉会武时碰上叶晨，他想输都难啊。于是凌霄决定来到幻灵洞府选择平躺，每天只做三件事，睡觉、看流影还有摆烂。谁知即便如此，在高速无内耗修炼模式下，凌霄仅用了10天的时间就自动修炼到金丹中期，连呼吸都能变强，真的是造孽啊。这时怀真突然来访，原来是师尊传召本脉所有弟子前往天女崖的太乙广场召开五脉会武的动员大会。按原著时间线，凌霄就是在这次动员大会上收到叶晨递来的战书，如今叶晨拜入反派阵营，不知剧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了。凌霄询问怀真其他几脉的出战人选都是谁，怀真也是将他所打听到的消息一告知了大师兄。当凌霄得知龙首峰今年还是由徐正清出战，一脸惊讶，按照原著这一届的五脉会武，龙首峰将会派出他们的秘密武器，那就是龙首峰上一代首席大弟子江源，毕竟他天生通明剑心体质，天赋绝佳，更是甚得师尊紫云真人的宠爱。多年前江源因为私通魔门妖女被关在龙首峰悟道崖关键60年，今年正是他解除禁足的时候，随后一路碾压对手，成功与叶晨会师决战，但最终还是不敌天命之子被无情暴打。凌霄猜测不会是江源认怂了吧，更是从怀真口中得知叶晨不仅修为突飞猛进突破金丹初期，更是还打败了陈峰师兄。凌霄闻言一脸开心，师老真是太给力了。随后凌霄从储物界中拿出一袋灵石和一柄练气期的低阶飞剑送给了怀真，怀真看着这两件东西眼睛直冒金光。大师兄嘱咐怀真，在五脉会武时无论发生何事都不要去插手，会武结束就下山找个地方摸鱼躺平潇洒过一生吧。只因凌霄在五脉会武被男主打败后，最终在众叛亲离下选择自我了断，而在凌霄死后，怀真欲要为大师兄报仇雪恨，最终偷袭失败身死道消。看着憨憨的怀真，凌霄一脸伤感，他希望在自己离开之前顺手改变这老实孩子的命运。听完大师兄所说，怀真竟嚎啕大哭起来，在他心中也只有大师兄愿意与他说话，试图与他成才，这份恩情他一直牢记于心，从不敢忘。怀真答应大师兄五脉会武之后便离开青兰宗做一个平凡之人。安慰完怀真后，凌霄便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看着大师兄离去的背影，怀真心中暗自发誓，我家大师兄是这世上最宽厚善良的师兄，这辈子便是为他豁出性命又如何，人家一定会守护好我们的大师兄。羡慕反派师兄的每一天，大师兄刚刚出场，两位师妹就主动前来投怀送抱，但如此美妙时光却被天命之子下的战书打破。当凌霄来到天女崖的太乙广场，众弟子纷纷鞠躬拜见大师兄，不愧是神鸾峰首席，气质高贵无人能比，大家也觉得凌霄好像和以前不大一样。当然不一样了，我在家平躺修为都突飞猛涨。就在这时，两位师妹突然抱紧凌霄，凌霄连忙让两人松开，人家不能呼吸了呀。师妹们发现大师兄竟然突破先天进入了金丹，十分惊讶，要知道凌霄十几年都在先天初期原地踏步，几日不见居然突破到了金丹，凌霄一脸不爽，你家大师兄之前是低调不想突破罢了，现在不装了摊牌了，我是天才怎么低如此嚣张的模样，让两位病娇师妹更加春心荡漾。果然如剧本中所说，大师兄为了保护大家，没日没夜的拼命修炼，用生命与叶晨那个天命之子战斗到底，十日入金丹，完全可以想象大师兄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与艰辛。凌霄麻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还没等凌霄反应过来，师妹们竟当众再次扑进凌霄怀中。人家不就是摆烂了十天，至于这样吗？就在此时，师尊霸气登场，看着不远处的凌霄他们，萧红绫内心无比惆怅。随后萧红绫表示，关于此次打头阵的三位内门弟子名额，分别由神鸾峰的三位师妹出战。师妹们得知出战，一脸开心，扬言一定会替大师兄好好教训叶晨。凌霄让他们不要勉强，其实你们什么都不做才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师尊见状一脸醋意，光天化日之下勾勾搭搭成何体统，但一想到他们都是自己的好徒儿，又这般天资聪颖，他们与自己的大师兄关系和睦，身为师尊的他应该开心才是。于是独自买醉，打算忘记眼前的这一切。谁知就在此时，突然一阵寒意来袭，神鸾峰萧师叔在上，弟子奉天荡风新任首席叶晨之命特来下战书，约战神鸾峰首席弟子凌霄。萧红绫见状一脸杀意，他没想到这个天荡峰的原首席弟子陈峰，还是如剧本描述的那般不知死活的找上门来。反观凌霄，内心开心无比，他心心念念的剧情点终于来了。叶晨好大儿，你果然没让反派爸爸失望，如此完美的开局，真是妙啊！反派师兄竟当众接下天命之子的战书，如此气魄也令在场的师尊师妹们更加崇拜不已。看着如此从未有过的美妙开局，大师兄无比兴奋，凌霄也因还原反派人设成功提升至金丹巅峰。凌霄一脸无语，现在都直接强塞经验包了。众弟子对叶晨这番赛前下战书的操作十分鄙视，叶晨这小子一定是之前被大师兄打得跪地求饶，因此想借机报仇，也不知道大师兄会怎么应对。只见凌霄对着陈峰便是一顿嘲讽，这不是陈师兄吗？一阵子不见，怎么这么拉了？好好的首席位置就这么拱手让人了，如今竟还赶上神鸾峰挑衅，真是脸都不要了。凌霄这是杀人诛心啊！他也因再次还原反派人设成功，获得九神咒这个被动神通。陈峰也不敢多说什么，随后来到萧红绫面前，表示此番前来替叶晨下战书，挑战龟派大弟子凌霄。凌霄连忙询问这战书是给本首席的，去打扰我家师尊是几个意思，并表示这战书他接了。就在这时，两位师妹赶来制止凌霄不要应战，师尊突然发话，让他们两个让开，这天荡风的战书他亲自接了。他萧红绫的徒儿天下无敌，何惧区区叶晨，并让陈峰回去转告叶晨，五脉会武之时，他神鸾峰首席凌霄定会再次打得他跪地求饶，颜面无存。吓得陈峰瑟瑟发抖，连忙告辞离开。凌霄闻言开心极了，还是师尊懂人家。可两位师妹却依旧不想让凌霄应战，你们这是想忤逆为师吗？两人解释叶晨这种跳梁小丑根本不需要大师兄出手，纷纷自告奋勇想要替凌霄接下这份战书。凌霄表示叶晨公然下战书挑衅，他身为神鸾峰首席弟子自当全力赴战，怎么能躲在师妹们的身后求保护呢？这要是做了缩头乌龟，神鸾峰千年名声何存？他的脸面何在？师尊的威望何在？吾辈修士何惧一战？如此气魄也令在场的师尊师妹们更加崇拜不已。大师兄果然做出了跟天道纪一样的选择，跟那叶晨抗争到底。我的好徒儿，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你。其实萧红绫早就打算助凌霄亲手斩断旧日因果，重铸命轮，这也是为何他今日城下此战。下方弟子群情激愤，为凌霄助威加油。两位师妹也表示他们也会支援凌霄的。作为一名有职业素养的反派，自然要有大爱了。你们说是不是啊？这是奖励再次来袭。乃是合欢宗老祖秘制法宝魔域三头枪，听这名就知道应该不是个正经玩意，但系统出品应该必属精品。爱了爱了，大师兄这次是真的爱了。看着月下荡秋千的师尊，开心的就像个温柔可爱的小女孩，谁能不爱呢？此刻获得魔域三头枪的凌霄一脸无语，这法宝的额外效果乃是针对异性敌人，作为一个宅男的他哪来的异性敌人呢？难道是要让人家对三位师妹使用吗？这时师尊来到凌霄身旁，打断了他的快乐时光。霄儿，大战在即，莫要在这儿女情长，为师是时候传授你一些真东西。凌霄麻了，莫不是又要给人家灌顶了？萧红绫连忙牵着凌霄的手，就要带他回莲花洞，这可看呆了两位师妹。只见萧红绫唤出剑灵，带着大师兄一起回去。果然长得帅就是好啊，就连美女师尊都主动投怀送抱。师妹们看着身为下界修士的师尊，连仙剑的剑灵都孵化出来了。难道师尊的剑道已入剑仙境了吗？两人发誓一定要变得更强，这样才能获得大师兄的独宠。回到莲花洞的师尊，来到洞外，在月下荡起了秋千，而这秋千正是凌霄数年前亲手为师尊打造的，秋千上更是留有凌霄充满暖意的书信。自从有了这个秋千，他就再也没去外面喝过酒了。看着月下荡秋千的师尊，凌霄真的爱了，师尊喜欢就好，给师尊奉孝是徒儿应尽的职责。谁知就在此时，萧红绫突然来到凌霄面前，还没等凌霄反应过来，下一秒便被传送到一处料无人烟的沙漠之中，而这里正是师尊为他搭建的一方剑道秘境。萧红绫早已算到叶晨德高人指点，不仅突破金丹修为，剑道实力更是突飞猛进，于是将凌霄带来，打算实战锤炼一番。而接下来便是大师兄与师尊的对战。凌霄一脸黑线，师尊，你这是要谋杀亲徒啊？只是师尊的随意一击，大师兄就显然有些招架不住了。这便是中州修真界禁古剑道第一人的恐怖剑压吗？在这方秘境里，萧红绫将所有剑诀神通与修为都压制到与大师兄同等境界，更是以数之为剑都能轻松压制凌霄。而凌霄也在师尊的千锤百炼下领悟了师尊所用的剑势，萧红绫很是满意，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人，我家萧儿注定是万古独尊的剑修奇才。随后打算借此机会再传凌霄一招绝技，这样便能吊打叶晨这个天命之子，并让凌霄用他的最强剑技回击，不然可就没机会了。话音刚落，萧红绫便被凌霄的绿银缠绕捆绑束缚。师尊，这就是徒儿的最强剑技。
谁能想到反派师兄竟轻松拿捏了师尊？其实早在师尊第一次见到凌霄时就已经喜欢上了他，而今夜是两人第一次在月下对酒当歌。就在刚刚，凌霄使用他的最强剑技森罗万象死角缠绕，成功将师尊制服。师尊怎么样？徒儿这招是不是很厉害啊？萧红绫连忙求饶让凌霄住手。凌霄也没想到他这本命神通连感官都能延续，这也太牛批了吧。萧红绫一脸怒气，好你个凌霄，竟敢对师尊如此不敬。凌霄见状连忙撒腿就跑。徒儿刚刚想通了，我与那叶辰势不两立，今日师尊传授我神技，看我碾压他的五行剑诀，打爆他的狗头。此刻的萧红绫虚弱的瘫倒在地，还好这副丢人的模样没被萧儿看到，真是丢死人了。很快大师兄便在师尊的指点下学会了这套剑诀。萧红绫一脸欣慰的看着凌霄，其实从14年前他第一次在桃源村那间小酒馆里见到凌霄时，便断定他是万古难寻的剑道奇才。凌霄内心尴尬无比，人家在原著中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反派喽啰，哪来的逆天剑道资质？而萧红绫为了能钻研出克制五行剑诀之法，竟在这天女崖上琢磨了10年。凌霄闻言一头雾水，10年时间，那叶辰不是现在才上山的吗？师尊为什么10年前就研究这套剑诀了？随后大师兄问起这套剑诀叫什么名字，到时候他定要让这剑诀名满青蓝。萧红绫表示这套剑诀是他看凌霄在摆弄园艺插花之时偶然悟出的，还没想好名字。凌霄提议不如就叫插花弄玉剑诀吧，但师尊感觉这名字听起来怪怪的，而且土里土气的，一点都配不上他这套剑诀的神威。下一秒灵光一闪，不如就叫做大威武美丽神剑诀吧。凌霄闻言一口美酒喷出，师尊你是认真的吗？虽然心中嘲笑了10000遍，但还是对师尊起得这个名字十分肯定。师尊这名实在是太应景了，还得是师尊你啊。而这也是两人这些年来最开心的一天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月姬看着如此开心的萧红绫竟有些忧伤，只因先爱上的人注定要伤心。大师兄怒了，大师兄这次是真的怒了，只因天命之子竟敢对大师兄的小师妹出手，今日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打爆男主的狗头。此刻的大师兄一想到他这个青蓝宗反派喽啰的戏份即将杀青完结撒花，就一脸开心。谁知就在此时，怀真突然跑来告诉他小师妹正独自上天荡风跟叶辰决斗去了。大师兄闻言便火速前去救场。此刻的天荡风舞剑平看着被叶辰重伤不起奄奄一息的小喵，小师妹哭得泣不成声，叶辰则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走到小师妹面前，英英姑娘还是到此为止吧，生死决斗的游戏可不是随便玩的。并虚伪的表示在桃源村初遇小师妹时便对其一见如故，要不是凌霄三番四次挑衅他，此刻我们应该正在一起甜蜜的赏月。小师妹让叶辰赶紧收起他这虚伪的嘴脸。叶辰见他如此冥顽不灵，于是走到小师妹的面前，若是之前的我或许敌不过你跟你的灵宠，但现在本世子已经今非昔比了，本世子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给我磕头道歉。小师妹早已看穿他这个小人的嘴脸，对着叶辰便是一顿极致羞辱，并将他若是没有背后那位高人护持，就他这种卑鄙小人又岂会有这般实力，自以为气运无敌高贵无双，实际上就是个跳梁小丑罢了。叶辰没想到他竟会知道自己背后有人，此刻的叶辰显然已经动了杀意，打算杀人灭口，毕竟石老可是他崛起的秘密，他是绝对不可能让任何人知道的。即便天荡峰的众弟子劝他冷静，可叶辰还是执意动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空上方传来一道声音，叶辰你就是个地中之地，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而前来救场之人正是我们的大师兄。此刻的凌霄怒气值已经达到顶点，今日小爷便要打爆你的狗头，为我家小师妹报仇雪恨。看着伤痕累累的小师妹，大师兄再也忍不了了，他这次是真的怒了，你对我怎么样我无所谓，但竟敢打伤小师妹便是动了我的逆鳞。叶辰被凌霄刚才散发的气息吓得连忙后退，这家伙的剑意比之前又强了几分，而且修为也达到了金丹巅峰，若是再放任凌霄被萧红绫栽培，五脉会武他便不能制霸全场了，于是打算借此机会除掉凌霄。可叶辰的攻击对大师兄丝毫构不成威胁，就他这剑法比师尊的差远了。而大师兄也发动绿银缠绕将叶辰捆绑束缚起来，旁边的弟子一脸难以置信，神鸾峰大师兄竟用藤蔓锁住了叶辰，即便叶辰怎么挥砍还是无法摆脱。叶辰见状只好求助起师老破解之法，师老劝他还是赶快跑吧，在这结界中你就是个弟弟。被逼到绝境的叶辰决定不藏了，我就是天命之子摊牌了。下一秒一道火柱直冲天际，而这便是叶辰从师老那里学来的最强剑法五行剑诀。大师兄这次真的要对天命之子出手了，谁知男主叶辰竟怯战跑路了。就在刚刚，叶辰使用了他的最强剑法五行剑诀，本以为大师兄会被击败，谁能想到叶辰自以为是的五行剑诀竟然对大师兄毫发无伤，这可看呆了一旁担心大师兄的小师妹。要知道叶辰实力大涨后早已今非昔比，可他现在却仍然处于下风，大师兄怎会变得这般强呢？天道记忆里可不是这样的呀。只见大师兄一脸怒意表示，今日暂且先放叶辰一条狗命，待到五脉会武那天定要将新旧老账算个明白，要不是为了任务大师兄早就灭了他这个天命之子了，感动他的人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谁知叶辰竟还在狗叫嘲讽凌霄，还不是用了邪恶神通偷袭了他，本打算将绝招留到五脉会武彻底将凌霄毁灭，现在他决定今日提前用了。而这招便是叶辰先前打败陈峰的那招明月五行破灭剑。即便大师兄知道今晚若是与叶辰死斗，不论胜负如何，接下来的剧情都将彻底崩坏，而他成仙回家的愿望也就彻底破灭。可不知为何凌霄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解脱。只见凌霄这次不再留手，周身散发出来的强大剑意令人不寒而栗，他将使用师尊教他的大威美丽剑诀一剑秒了叶辰，这次就连石老都怕了，这可是剑意啊。
于是连忙劝解叶晨赶紧撤。叶晨则表示他可是只凭一招便打败天荡风前首席的天命之子，他难道还会怕面前这个神鸾峰的神棍？谁知石老这次竟支棱了起来，指着叶晨便是一顿臭骂：蠢笨如猪的小瘪三，你真以为你很能打吗？并提醒叶晨与凌霄交手时，他每一次遭受重创，身上的金色至尊气运都会被凌霄夺走一部分。石老断定凌霄就是那个隐藏在青蓝宗一直截胡叶晨气运的位面之子。以前石老从没有在大师兄身上感受到杀意，但这次大师兄是真的要动真格斗，此刻的叶晨也是真的怕了，毕竟连石老都不愿意出手帮他了。再这样下去，看来今日是真的要交代在这，最终不可一世的天命之子竟然怯战跑路了。凌霄麻了，这到底又是什么情况？叶晨这种无脑龙傲天，在自己掌握了五行剑诀最意气风发的时候，竟选择了不战而退。当大师兄缓过神来，才想到身后伤痕累累的小师妹，满身是伤的小师妹无比自责：大师兄，嘤嘤好声没用，不仅没能帮到大师兄，还麻烦大师兄赶来救人家。小师妹更是当众再次向大师兄表白：大师兄，你现在的样子温温柔柔的，就跟小时候一样，以后不要再装出那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好吗？看着伤心流泪的小师妹，大师兄这次是真的心痛了，随后一把将小师妹抱起：走，大师兄带你回神鸾峰疗伤，你的仇大师兄总有一天会为你讨回来的。一个是冷艳无双的美女师尊，另一个是傻白甜的可爱小师妹，面对师尊和师妹的争风吃醋，大师兄会怎么选择？看着伤痕累累的小师妹，大师兄心痛极了，可一旁的师尊却调侃起来：还好萧儿将四丫头带来的及时，否则她的伤口就该自然痊愈了。随后萧红灵便问起大师兄为何嘤嘤如此痛恨叶晨，凌霄一脸尴尬，也不能跟师尊说小师妹这样都是为了我吧，于是便说应该是小师妹察觉叶晨此人是个大祸害才如此痛恨的吧。饮完美酒的师尊脸颊微红，看来我家萧儿果真是慧眼独具啊。就在气氛烘托到了的时候，刚才还昏睡的小师妹竟然醒了。刚醒来的小师妹便和大师兄求抱抱，旁边的师尊一脸醋意地看着两人，但想到小师妹刚刚遭遇变故，此时内心定然尚未平复，他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看似傻白甜的小师妹，其实内心也绿茶得很，就连师尊都不是他的对手。此刻的师尊已经忍无可忍了：嘤嘤，你竟敢当着师尊的面以下犯上！随后连忙让凌霄注意影响，差不多得了。谁知小师妹居然上演了一出苦情戏码：师尊，人家的心头好难受，有些话想单独跟大师兄说，您能否暂时回避一下？师尊闻言一脸怒意：四丫头，你不要太过分了，为师只不过在这喝酒罢了，也碍着您了。不料小师妹竟嚎啕大哭起来：这还是曾经那个傻白甜吗？这妥妥的茶艺大师啊！更是靠在大师兄的怀中求关心。无奈的萧红灵还是不敌小师妹败下阵来，没想到人家也会有败给徒弟的一天呀。小师妹见洞府之中就剩下她和大师兄两人，竟一把抓住大师兄的脸颊亲了上去。今日的初吻成功达成，凌霄麻了，但身为反派的他怎么能怂呢？谁知下一秒，小师妹竟一把将凌霄推开，质问起大师兄的初吻不是他对不对，是那个霸道的二师姐还是故作柔弱的幼威师姐？女人的直觉真是可怕呀。这时系统告知凌霄因还原反派人设成功，奖励御魔情粉十份，不同类型丝袜各五条。大师兄一头雾水：五条丝袜，除了师尊和三位师妹还有一个是谁呢？大师兄竟亲自给小师妹换上了白色丝袜，更是为了还原反派人设直接亲吻起小师妹的玉足。就在刚刚，大师兄为了哄正在生气的小师妹，于是拿出了从系统获得的丝袜。当看到大师兄手中的白色丝袜，小师妹心情这才好了一些。凌霄表示这是他亲自为嘤嘤缝制的袜子，嘤嘤的腿这么美，穿起来一定特别好看。小师妹看着大师兄送她的礼物一脸开心，果然大师兄最宠我了。随后害羞的表示要让凌霄亲手帮她穿，凌霄连忙拒绝：这样不太好吧？小师妹见状对着凌霄开始撒起了娇。大师兄见状也只能选择妥协，毕竟若是拒绝了，他还是那个尽职尽责的反派嘛。而身为反派大师兄的凌霄对丝袜他最熟悉不过了，先前偷拿师尊的丝袜，现在又给小师妹穿起了丝袜。就在凌霄为小师妹检查袜子的线头时，小师妹突然问起大师兄为何要去偷拿师尊的丝袜呢？明明他也有的。凌霄麻了，他是怎么知道的？为了能转移话题还原反派人设，大师兄竟突然亲吻起小师妹的玉足，这番牛批的操作令系统直接奉上北冥吞天仙功当做奖励。凌霄麻了，这次直接给他整了个上界传承的仙阶功法，你要人家还怎么输啊？为了避免一会儿再触发什么奖励，大师兄一脸尴尬，选择快速跑路。此刻的凌霄气到了极点，本来离成仙只有一步之遥了，现在又来给人家增加难度是吧？这玩意不仅能加快吸收天地灵气，还能夺取别人的修为功法，吞噬本源以及法则之力。可还没等凌霄吐槽完，系统竟再次送来奖励寒冰软玉床。凌霄这次是彻底被系统搞无语了。系统兄，别演了，你到底想让人家怎么样呀？是不是真把我当傻子？这仙到底还能不能成啊？而系统的回答也亮瞎了凌霄的双眼：这些能成，但是得站着。这十几年下来，凌霄为了演好反派付出了这么多，眼下只差临门一脚了。再有三个小的支线剧情之后，便是五脉会武的大事件了，分别是剑种秘境的试炼，以及关于二师妹和三师妹的剧情。剑种秘境凌霄因为怕死没参加，可以直接跳过。而他接下来的第二个支线任务就是三日后的炼丹早课，而这一周恰好由三师妹坐镇。原著中凌霄在偷走师尊的绝天黑莲后，仍觉得不够稳健，于是便盯上了长老们的一品凝真丹，试图用此神丹快速提升实力。可当晚凌霄偷走那枚丹药后，就被主角叶晨安装在丹房里的留影石记录了下来。
按照时间推算，第二个支线任务的时间刚好是三天之后。想到这里，凌霄一脸坏笑，只因三名师妹中三师妹是最好拿捏的，接下来看我们的大师兄如何一举拿下三师妹。谁能想到前任龙首峰首席大弟子江源，竟同反派大师兄一样，也是一名穿越者。无法接受青蓝宗被主角叶晨覆灭的他，一生都在和主角对抗，可他不管怎么努力都不是主角的对手。但万万没想到，小说的剧情居然出现了偏差，这一次他能否成功逆袭归来呢？今日便是江源禁足60年出山的日子，师尊询问江源这一届的五脉会武真不打算去了吗？在江源禁足的这些年里，青蓝宗出现了不少天骄，譬如凤鸣峰首席祝婉莹、神蓝峰二弟子郭有荣。话音未落，江源便将叶晨的名字说了出来，并表示这次的会武他还是不去为好，毕竟去了也拿不到第一，又何必做人家的垫脚石呢？江源打算在这悟道崖安心修行，一日不成仙便一日不下山，这可把师尊心痛坏了。他不理解自己的这个宝贝徒儿为何这么在意那个刚刚入门一个月的叶晨，即便那个叶晨得了些什么机缘，也远远不是他爱徒的对手。可江源却告诉师尊，或许师尊觉得他已经够强了，但其实青蓝宗的所有天骄都不过是叶晨的垫脚石罢了，结局已定，去与不去都已经不重要了。而且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那就是在五脉会武之后，天音血魔便会破封。谁知师尊突然告诉江源，他最在意的那个叶晨就在刚刚已经被神蓝峰首席凌霄给打败。江源闻言一脸难以置信，要知道主角叶晨可是气运无双的天命之子，他居然会败给一个不起眼的小喽啰手里。这时江源突然跪地祈求师尊能答应他一件事，而这也是这么多年江源再次唤紫云真人师尊，这可把师尊激动得热泪盈眶。江源表示他这些年不见外人，故意断绝宗门关系实属无奈，等他事成之后定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相告。而师尊一直坚信江源的为人，并表示他能为其做些什么，而江源所求便是不久后开启的盘龙深渊的剑种，想要将剑种开启的日子放到五脉会武之后，到时候他也去剑种磨练一番。看着江源那无比诚恳的态度，想到这六十年江源所受的委屈，师尊答应了。师尊对他的关爱令江源感激涕零，他发誓不管前方的道路多么难走，他都要一路向前，永不退缩，即便燃尽生命也要守护师门。现在他唯一要做的便是变强。而在江源练剑十万次后，系统也再次给他发来奖励，可惜又是一本剑诀。江源深知以他现在法相境中期的修为完全不够，要是奖励是提升修为，那该多好啊！你们猜的没错，其实江源也是一名穿越者。80年前，他以少年人的姿态穿越到这方世界，成为了为守护师门力战而亡的大弟子江源。在青蓝宗，他感受到无比的快乐，所以他无法接受青蓝宗被魔门覆灭的结局。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主角叶晨，可惜不管他怎么修炼变强，终究不是主角叶晨的对手。本以为自己穷极一生都改变不了宗门的命运，谁知命运的齿轮竟在慢慢发生偏差，这也让他重拾信心。江源发誓这一次他定要王者归来，改变这一切。女王叶轩儿她终于要来了，只是没想到叱咤风云的女王大人，小时候竟也对大师兄暗生情愫，更是对凌霄许下他日若为女帝，许君共掌九重天的誓言。刚刚醒来的大师兄心情无比舒畅，就在这时怀真前来提醒今日的早课是在龙首峰的炼丹房。大师兄问怀真是不是搞错了，今日不是剑种试炼吗？于是怀真便将剑种开启延后的事情告诉了大师兄。大师兄一脸蒙圈，五脉会武之后才开启，难道剧情又出现偏差了吗？无奈的凌霄也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毕竟提前了也不妨碍他走剧情。此刻的龙首峰丹塔内，重量级的丹药即将登场，长老于是将这个展示菩提凝真丹的重任交给了大师兄，并嘱咐凌霄展示完后一定要放回原位。而这枚丹药正是供给六圣以及诸位太上长老们的一品丹药，这正是原著里凌霄要偷丹药的剧情。可惜凌霄找了半天都没发现叶晨，主角不盯着他还偷什么丹药啊？而系统则让凌霄只需还原好自己的人设剧情就行，至于其他的无需担心。殊不知大师兄的一举一动都被三师妹看在眼里，他这次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大师兄身败名裂。夜晚，大师兄正焦急等待着去打听叶晨消息的怀真，原来叶晨昨日被大师兄打得落荒而逃后，就去胖子老道的洞府中闭关修炼至今未出。凌霄没想到这胖子反派居然让叶晨去他那里修炼，难道真把叶晨当自己人了？虽然剧情线有些偏离，但好在还有他这偷丹药的剧情。随后便换了身夜行衣，打算夜袭值守丹方的三师妹。而凌霄随身携带的玉佩不小心掉在了地上，看着这半枚玉佩，凌霄想到了他小时候那段甜甜的回忆。萧哥哥，谢谢你救了我，他日我若为女帝，许君共掌九重天。凌霄也不知他儿时要称霸西荒，逐鹿九州的梦想实现了吗？而叶晨这边正在胖子老道的洞府秦家修炼，师老提醒叶晨，这洞府充斥着邪煞之气，镇压着无数冤魂，那老道肯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可叶晨才没有那个闲心关心这些，他现在只想做一件事，那就是变强。如今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这次一定要在五脉会武上将凌霄打得如死狗一般，一雪前耻。而叶晨这次也早有准备，那就是他的妹妹叶轩儿。如今的叶轩儿已经率领80万北川精骑横扫33国，被北境共尊女皇。叶晨打算带五脉会武之后便修书一封，让其带领大军前来，随后露出一脸猥琐的表情，哥哥期待着与轩儿相见呢。与此同时，叶轩儿正霸气地坐在王座之上，这时一名手下前来禀报，原来是三年之约已到，叶晨希望叶轩儿7日之后率领30万大军前往青蓝宗一睹他的雄风。叶轩儿则认为7天时间太长了些，如今北境已全部臣服于他，此番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杀回中州。叶轩儿之所以这么迫不及待地前往青蓝宗，其实是为了去兑现他儿时与凌霄的承诺。
这12年的时间里，他无时无刻都在思念我们的大师兄。反派师兄还是第一次见完全不反抗的反派，而此人正是我们的二师妹郭有容。换好夜行衣的大师兄刚打算趁着夜黑风高出门偷药，谁知怀真突然出现，原来是四师妹说他伤口恶化，疼痛难忍，让凌霄赶紧过去一下。大师兄一下就看穿了小师妹的伎俩，在他那千年凝血膏的作用下，什么外伤差不多当晚就恢复好了。于是让怀真回去告诉小师妹，他去了天女崖奉孝至今未归，你让他好好休息去吧。可怀真不理解为什么大师兄要打扮成这个样子去见师尊呢？难道是大师兄想顺便出去巡逻，抓住宗门里晚上出来做坏事的弟子？知我者，怀真也。不得不说，怀真小老弟真是个天然呆啊！谁知就在凌霄快到丹方时，竟发现了除他之外出来做坏事的弟子。于是凌霄连忙追了上去，并质问起对方是哪个单位的。你这超速了，知不知道？我乃神门峰首席凌霄，还不速速让开！面具人完全没把凌霄当回事，而是继续加速。大师兄见状，于是出手打算教训一下这个狂妄之徒。虽然飞剑接连被其躲过，但下一秒大师兄的蓝银缠绕瞬间就扭转了局面，轻轻松松就将此人拿下。不料这名弟子竟完全没有反抗，这到底是哪来的病娇啊？无奈的大师兄只好将其勒晕过去，打算亲自看看他的真面目。谁知面具之下竟是二师妹郭有容。大师兄一脸难以置信，先是小师妹借口骗他，现在又有二师妹前来阻挠，而他们又是怎么知道自己今天要出来干坏事的了？谁知这时大师兄竟突然头痛难耐，看着怀中的二师妹总感觉有些似曾相识。紧接着前世海量记忆疯狂在脑海中浮现，此刻的大师兄心境显然出现了变化。系统见状竟强制修复了凌霄的精神状态，缓过神来的大师兄也搞不清他刚才到底是怎么了，但身为反派大师兄的他，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打算先将二师妹送回再去偷拿丹药。冷焰师尊竟套路起自家徒儿，将大师兄好不容易偷来的丹药掉了包，只需贴身携带一碗便能吸收其中精华，使其神魂力量更上一层楼。果然姜还是老的辣，此刻的龙首峰丹方顶层，三师妹正在独自欣赏月光，就在此时突然发现身后好像出现一道黑影，还没等凌霄下手偷袭，竟被三师妹一把抱住求索吻。大师兄麻了，连忙质问起三师妹知道人家是谁吗？上来就亲。三师妹表示大师兄的气味他早已记在了心里，至死都不会忘记的。只是大师兄你为何这副打扮来丹方呀？凌霄一脸尴尬，先前差点精神崩溃，好在系统出手干预，才让他稳住精神状态，没影响接下来的剧情任务。于是大师兄便开始了他的表演，先是化身纯情暖男对三师妹嘘寒问暖，表示自己这身打扮都是为了来看三师妹。三师妹瞬间就被大师兄这一套丝滑小连招拿捏，陷入爱河的小师妹刚反应过来就发现大师兄没了踪迹，于是连忙四处寻找起凌霄。他今晚必须要盯住大师兄，绝不能让其将丹药盗走。不料大师兄竟使用以前系统奖励的一道傀儡替身符，成功将三师妹骗走。看着到手的丹药，大师兄是一脸开心，五脉会武的第一个支线任务终于达成了。殊不知刚才所发生的一切都被躲在不远处的师尊看在眼里，而刚才凌霄偷走的那枚丹药乃是月姬前辈亲手炼制的超频宝丹菩提素魂丹，先前的那枚凝真丹早就让人送到了太仓山去了，此丹只需贴身携带一碗就能将其炼化吸收其中精华。五脉会武，我的萧儿必定夺得头筹。第二天早上，丹方主事长老便来到神门峰答谢，多亏了林首席和处师之丹塔才没出现一丝一毫的纰漏，反观师尊和师妹们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想必应该是为了昨天的事情没休息好。凌霄闻言连忙询问长老是不是忘记了什么，这可把顾长老搞蒙圈了。大师兄麻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呀？这么重要的丹药被偷走了，你居然没发现，真是老糊涂了吧。于是连忙寻找怀中的那枚丹药，打算采取自爆的方式强行将剧情拉入正轨，可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此刻大师兄的脑袋就像炸开了一样，明明将丹药贴身携带的呀，现在怎么没了？这时师尊突然发话，询问凌霄是不是最近休息的不太好，脑子不太清醒了。当看到师尊的表情，大师兄猜测这件事情绝对不简单，一定有蛊。上一次莫名其妙给他建议灌顶，传授无相剑体，并让他务必斩杀叶辰，难道是师尊用了某种逆天手段未卜先知？毕竟能让他的菩提凝真丹凭空消失，大概也只有师尊能做到。随后凌霄来到师尊的洞府，当面质问起师尊为何在收徒大典的前一晚为他建议灌顶，还有叶辰拜山挑衅，以及今日丹药一事，难道都是师尊提前算到的吗？凌霄表示他不愿被心爱之人当个傻子一样随意安排，还请师尊如实相告。这还是大师兄第一次如此硬气的和师尊对话，难道大师兄这次要支棱起来了？大师兄竟当众亲吻起师尊的额头，而这一刻可以说是师尊最幸福的时候。大师兄为了弥补刚才的大逆不道，特意送上先前获得的黑袜当作赔礼。就在刚刚，大师兄竟支棱了起来，表示自己实在不愿被心爱之人当个傻子随意安排，所以他今日务必要问个明白。师尊告诉凌霄，很多时候知道的越多，身上的担子就越重，不管将来发生了什么，师尊都会为你遮风挡雨铺好路子，而你只要像小时候那般无忧无虑便好。大师兄闻言感动不已。这时师尊举起手中美酒，脸上也露出忧伤之情，感觉现在的他似乎一点都不符合凌霄心中庄重威严的师尊形象，看着面前就像一个小女人的师尊，大师兄内心无比的心痛。他明明只是原著里的一个反派大师兄而已，何德何能让师尊如此关爱有加呢？而这时那股奇怪的感觉似乎又来了，好像有什么情感压抑不住。就在师尊愣神之际，大师兄竟下意识地亲吻起师尊的额头。完了完了，这下真的完了，我怎么会突然亲吻师尊呢？反应过来的萧红绫连忙后退，萧儿，你大胆，现在你越来越放肆了。
凌霄见状连忙解释，表示刚才吻额之礼乃是他家乡的传统习俗，是晚辈对长辈表达无上敬意的方式。随后便开始转移话题，拿出先前获得的黑袜当作赔礼。凌霄更是介绍起这黑袜有着修饰腿型、增添气质的妙用，师尊要是搭配此物必然更加美艳无双。看着凌霄送给他的礼物，萧红绫爱不释手，凌霄也是露出了满脸期待的表情。谁知萧红绫竟说这袜子奇奇怪怪，他身为一脉首座，绝对是不可能穿的，更不可能在凌霄面前穿，这可把凌霄失望坏了。随后便让凌霄先行退下，待他五脉会五碾压叶辰之后，或许会将一切告知凌霄。等凌霄走后，萧红绫看着手中的黑袜陷入了沉思。平日里不务正业，竟收集些奇奇怪怪的玩意，但一想到今日凌霄期待的眼神，要是萧儿真能在五脉会五时碾压叶辰改写命运，他穿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凌霄整日里就是摸鱼平躺。这时怀真端着一只烤鲲前来，大师兄也从怀真口中得知这三日不管是师尊还是师妹们都在寻找他的踪迹。但好在凌霄事先吩咐怀真守口如瓶，虽然凌霄偷丹药的任务被系统放水，判定还原人设成功，但为了三天后关于二师妹的任务不再出现任何问题，所以凌霄才一直躲在宫殿里等待任务开启的时机。这时怀真疑惑地问起大师兄，为什么大师兄这几日都在观察这些牌子？原来这些都是宗门弟子的本命玉牌，由于宗门弟子要经常外出除魔卫道，因此需要通过这些玉牌与各地执行任务的弟子们沟通，方便掌握他们的动向。人死则牌碎，而刚刚碎掉的便是掌教真人的亲传弟子李浩洋，天赋实力也都是一等一的存在，这也说明苍兰城有大事发生。那便是接下来二师妹等弟子带队前往苍兰城抗击驱魔的支线任务。很快掌教便发起了五脉首座会谈，各脉首座携自家首席弟子以及三名亲传弟子前往神霄宫。大师兄临走时再次嘱咐怀真，待五脉会武之后下山去做一个平凡人，逃走是他唯一的机会。此刻的怀真感动不已，他终于明白大师兄为何一直劝他离开青兰宗了，原来大师兄早已算尽了一切。看着大师兄散发着光芒的背影，怀真竟有些忽然不想走了。高冷师尊为了给反派师兄送行竟特意换上了新皮肤，黑袜版的师尊真的好可爱啊。与此同时摆烂了60年的穿越者江源，这一次终于支棱了起来。魔剑60年，他这柄太乙玄清剑也是时候该出鞘了。此刻龙首峰神霄宫大殿，紫云真人正在询问各脉首席可否到齐，分别是龙首峰首席徐正清、凤鸣峰首席祝婉宁、赤云峰首席王武以及天命之子天荡峰首席叶辰。当叶辰一出场变成了焦点，只因刚入门一个月的他就击败了前任首席陈峰，成为新的首席弟子。而最后一名姗姗来迟的便是我们的反派大师兄神鸾峰首席凌霄。随着凌霄的到来，叶辰的风头瞬间就被抢走了。叶辰见状于是指责起凌霄竟然在这般重要的场合迟到，还有没有将长老们放在眼里。大师兄随即嘲讽起叶辰，本首席迟到自有长老们出言责备，你算老几也敢管老子。这时师尊赶忙打起了圆场，为凌霄求情开脱。叶辰无语到了极点，到底谁才是天命之子啊？他不理解为什么凌霄这个仙棍可以拥有这么强大又不等的师尊呢？对于这种微不足道的小插曲，长老们自然没有放在心上。大事在即，还是快些抽签吧。原著中叶辰拜入凤鸣峰，祝婉宁抽中了道自谦带队出发，叶辰作为队员随行。而现在随着剧情改写，抽中道自谦的分别是其他三峰。凌霄是一脸无语，三番五次改剧情，这要他怎么圆回去啊？谁知就在此时，祝婉宁突然请缨，表示此番苍兰城之变，龙首峰的李浩洋师弟以及数十名弟子身陨道消，所以打算代替徐正清前往苍兰城。经过几位首座讨论，最终答应了祝婉宁的请求，而师尊也派给了凌霄两名师妹当作助手，分别派二师妹和三师妹与他一同前去。大师兄一脸开心，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回归剧情正轨，这不稳了呀。为何祝婉宁执意要前往苍兰城呢？只因他深知大师兄为了拯救宗门独自抗击了那叶辰两次，所以这一次他定要与大师兄携手共战，阻止叶辰的阴谋。看着大家斗志昂扬信心满满的样子，凌霄也是开心极了，终于剧情快要完结了，他这个小反派总算快要下线了。就在大师兄他们要出发时，师尊竟换上了新皮肤特意来给凌霄送行，并提醒凌霄万事小心，一切以保命要紧。躲在不远处的小师妹内心无比忧伤，看着手中花费好长时间才编织出来的戒指，本想在离别前送给大师兄，可惜还是慢了一步，说好的只能英英一人独有呢。与此同时，江源正在师弟的坟前伤感，此刻的他内心无比自责，知道剧情走向的他却不敢阻止，而是选择躲在这悟道崖摆烂了60年。如今随着凌霄的崛起，剧情已经发生了变故，江源决定提前出手，顺便再尝试一次夺走男主叶辰的机缘。就算是飞蛾扑火，他也要竭尽所能挽天青、救师门、保护青兰宗所有的师弟师妹们。此刻的江源一改往日颓废，魔剑60年为的就是这一刻。师妹之间的修罗场终于出现了，分别是火辣御姐的二师妹和温柔可爱的三师妹，两种不一样的风格，该选谁好呢？经过一天的奔波，凌霄他们已经到了距离苍兰城不远的落月镇了。这时三师妹发现大师兄脸色似乎不太好，于是两位师妹提议，如今天色已晚，不如就在前面的客栈住下，而且凤鸣峰的祝婉宁也已经带领弟子们进驻了落月镇，明日正好可以一同前往苍兰城。凌霄闻言一脸蒙圈，按照原著剧情发展，不应该是他这个慵懒大师兄嚷嚷着要住店吗？现在怎么他成被动了？到底我是反派
还是你们是反派啊？但好在最终路线是一致的。随后凌霄一行人便包下了整个客栈，打算好好休整一番。按照接下来的剧情，凌霄他们在这间客栈住下之后，第二日清晨便会出发启程。没走多远便会出现两条路，一条荆棘密布阴森恐怖，有着魔道中人留下的印记，而另一条却是一马平川阳光普照。身为一个欺软怕硬的反派，凌霄自然是抱紧二师妹的大腿，强迫他走第二条道路。而三师妹为了步入师门使命，独自带领几名师妹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其实那条阴森恐怖的道路上什么都没有，只是魔门想要迷惑大家的假象。相反，那条阳关道却是危险重重，更是会遇到杀害李浩阳的真凶，八大魔门之一阴鬼教的尸魔道人。而凌霄这个不要脸的竟在关键时刻将二师妹推了出去，自己跑路了。幸好二师妹实力高深莫测，和尸魔道人打个五五开。最后叶晨及时赶到，一剑将其灭杀，从而收获尸魔道人掉落的祖传至宝凝神珠。就在这时，怀真端着刚熬好的骨头汤来了。不得不说，怀真小老弟真的是太贤惠了，要是怀真是个妹子就好了呀。怀真一脸害羞表示，这些排骨食材都是三师姐弄来的，她只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三师妹连忙邀请怀真过来，坐在大师兄旁边一起用膳。这些骨汤如此珍贵，人家一个小小外门弟子怎么能跟师兄师姐们一同用餐呢？这时二师妹突然阴阳起三师妹，让怀真给三师妹倒一杯茶，这绿茶她可喜欢喝了。而我们的大师兄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场好戏。谁知就在此时，竟有弟子突然倒地，表示这汤被人下了毒。大家第一时间便怀疑起了炖汤的怀真，大师兄连忙质问起怀真为何要在汤里下药。怀真一脸委屈表示自己真的没有，随后竟当着大师兄的面将骨汤一饮而尽，紧接着自己也晕倒在地。此刻的大师兄一脸蒙圈，不会真有魔门的奸细混进来了吧？当大师兄也倒下后，幕后黑手终于现身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三师妹搞的鬼。只因好不容易能与大师兄独处，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次机会。谁知就在三师妹将要下手时，二师妹竟出现打断了他。三师妹，放开你的咸猪手。